些事，一些情，一些好音乐。还好，每朝总有日出继续陪我，还有面包鸳鸯陪多一杯。如果其实欠比得的多，还是笑比哭的多，我不清楚。还好有出搞笑电影午夜重播，明早我的纠结日子叫做挨过，标准降低应该过得比较易过，有事情总可庆贺，永远同样会完，回头是明日很远，太远了无谓许愿，勉强然后信愿，才明了愿未够完，我奋斗过便能弃权，还是记得如何尽兴，如何流泪也笑着回应，扮做乐观者安慰心灵，携带香槟两瓶，只需相信生命会有被庆祝事情，和时日拼命，疲劳还是有折磨如轻，不考究验证何谓快乐，其实快乐无凭无证，呼吸都有纪念性，提起母亲总算健康算做不错，朋友望穿秋水最终开始拍拖，燃亮庆祝的花火，留下满足的星火，笑许都好，圣诞还是过年，团圆是还在的脸，拍照提明日纪念，放弃回味以前，才留神谁在眼前，已变了我做人格言，还是记得如何尽兴，如何流泪也笑着回应，扮作乐观者安慰心灵，携带香槟两瓶，只需相信生命会有被庆祝事情，和时日拼命，疲劳还是有节目如轻，不考究验证何谓快乐，其实快乐无凭无证，呼吸都有纪念性，人很多种感觉，眼泪如流落更尽情如落，人应不应醒觉，笑到没知觉，想似六岁大情大声，随时随地也这样随性，寂寞日子中歌舞升平，雷雨之间放晴，干杯一下肯定会有微庆祝事情，人潮内畅泳，抬头还是有脚下明星，应该更尽兴，无论生命还是怨命，仍然还有Hello，Hello， 大家好，大家好，你而家睇緊係一些事一些情嚇，呢個逢星期一同星期三晚九點半嘅呢個直播嚇。不過咧，今晚嘅直播咧就有啲好特別嘅事情發生。呢件事咧就係好簡單，就係阿志咧冇出現到，同埋咧打阿志電話咧係關機嘅。啊！我識咗阿志咧咁多年啊，我識咗阿志咁多年，識咗廿幾年啦，我從來咧都未曾領教過咧佢嘅電話係關機嘅，所以咧而家真係呢個時候咧，坦白講，我心情咧真係好忐忑嚇。唔知發生咩事嚇。其實我係喺睇下先，今日星期一，琴日星期一啊，咁啊前日，我前日中午咧先至同阿志一齊食飯嘅，咁當時咧都冇事㗎，係咪？咁但係點解咧喺呢個 moment 咧就打唔通個電話咧？即係呢樣嘢咧就令我真係有啲百思不其解，同埋咧多多少少咧有啲擔心嘅咁啊。咁樣咁我再嘗試下打阿志嘅電話先嚇，大家等等。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是啦，嗱，真係我從來咧識咗阿志咁多年咧，我從來都未領教過佢啊，從來都未試過打佢電話咧係關機啊，所以咧呢件事咧就令到我有好多個聯想啦嚇，咁啊當然啦，咁啊大家嘅聯想都係話手機俾人偷咗，咁啊忙緊又住酒店咁啊，咁當然啦呢啲咧大家呢啲嘅呢個猜測咧，我覺得都係一啲比較樂觀嘅猜測啦，咁樣希望咧阿志咧就唔好真係有咩特別嘅事情發生啦嚇，咁啊同埋咧如果咧而家有睇緊我哋直播嘅呢個同事啦嚇，咁樣有阿志電話嘅，可唔可以真係嘗試下聯繫下佢咧嚇？真係好奇怪喎，好奇怪，點解阿志嘅電話會關機嘅咧嚇？即係啊，真係好奇怪，好奇怪啊！即係同佢識咗咧咁多年啦，我從來咧都未曾試過。佢個電話關機嚇 ，OK， 咁咁不如大家俾少少時間我打俾一個即係我哋之間呢個幾好嘅朋友嚇，睇下阿志嘅情況係點樣，睇佢知唔知阿志喺邊度嚇。唉，點？喂，仔哥啊，嗯，喂，阿志啊，阿志有冇咩事啊？咩事啊？嚇，佢電話關機喎，本來今晚係做直播嘅喎。我唔知喎，佢今日唔系同我一齐啊。咁佢琴晚系同你去。琴晚啊，同我一齐。跟住我冇咩喎，我唔知佢喎。咁佢琴晚佢玩到几点啊？我走咗都好晏噶啦，应该都差唔多两三点噶啦。即系你走嗰时已经两三点啦，佢仲未走。系啊。佢跟住应该系都有走嘅，但系因为有条女啊嘛。哦哦。啊，啱啱识嘅女啊嘛。哦。哦。咁啊点啊？咁样佢哋即系有下文嘅。后边系点我唔知啊。佢应该系嗰条女系嗱，而家出紧街噶，你讲嘢小心啲啊。咁唔讲啦。因为我知咧，因为嗰个女系第一次识佢嘅，系我一个朋友嘅朋友嚟嘅。系。哦，咁啊，跟住就话走嘅时候咧，就话要因为我生日啊嘛。啊。要去一部车俾礼物我。點解即刻打開部車咧？後面全九萬多走，咁佢又俾我，啱我有車我就走啦。哦，所以我唔知阿志跟住點。哇！即係好奇怪，你識佢咁多年，你有冇試過咧？係飲得好勁㗎！佢琴日飲得好勁啊！嗱，我哋上面即係我生日嘅時候就已經食飯就飲咗好幾支茅台啦。啊！哦，咁跟住去到嗰度咧，又啤酒。哦，又剩，而且佢咧见到嗰条女咧，好似嗒晒糖咁，嗯哼，又摸又揽个，嗱，你讲嘢小心啲啊，因为嗰个系个小富婆嚟嘅，喺广州，直情就就喺你对面啊，嗱，讲嘢小心啲啊，就喺你对面个消防哥后边嘅民宿啊，喂，哦，喺嗰间民宿度玩啊，佢哋。我唔知啊，即系嗰个人系嗰间民宿嘅老板。哦，未婚仲要九零后。九零后未婚，小富婆。屌你！点解佢去过上海系咁依单？听讲啊，只系掂下手仔嗰啲都，一翻到广州就送咗去宝马嗰种，我话自己应该成到喎。咁阿志琴晚咪收咗层楼，掂下手仔都送部宝马。咩系啊？志要送层楼俾人哋啊？哦，咁啊！我话志只系掂下手仔噶咋？哇！真系，哇！呢坛嘢真系，我都试下打俾佢啦，我试下打俾佢啦。好啊，好啊，好啊！哇！你喘紧喎、啊？起码微信留言啦、啊。系咯系咯，你喘紧喎、啊？你咩事啊？你冇我而家啱行完楼梯啫。啱啱行完楼梯，我公司门钟响啦，咁唔同你讲啦，应该阿志啦吓。OK，OK， 好好，拜拜，拜拜，好，咁啊，嗱，大家听到啦，公司门钟响，我而家咧去开门吓。等，到。手机冇电。屌！喂，真系打唔到车，唔系讲笑。
哇，好繁忙呢、這個哎呀，哇！你不離晒譜嗱，出緊街噶，出緊街我知啊，就係離晒譜嘛，咩？好繁忙，好唉，繁忙呢、這個世界。嗱，你自己着翻個咪啦，你，唉，真係。哇！一天都光晒，一天都光晒，即系见到你啊，即系真系咧个心咧就放翻落嚟吓。因为咧，啱啱咧，嗱，你开翻个麦先啦，开翻个麦先吓。OK，咁啊，我等我娓娓道来啦。咁啊，而家咧9:41，咁正常嚟讲咧，我哋嘅呢个一些事一些情呢个直播咧就系呢个9:30啊嘛吓。咁喺呢11分钟里边发生咗啲咩事咧？咁啊，咁我要同你详细交代下嘅。咁啊，喺呢11分钟里边咧，咁我尝试咧就打你电话打咗3次。系咪3次啊？系冇错啊！打4次，sorry 啊！嗱，你见到噶嘛？打4次你电话，跟住咧，咁啊，跟住又播歌啦吓，跟住咧，我又好担心你。坦白讲，真系好担心你。真系啊！真系啊！真系好担心你。咩、叫真系啊？真系喂，因为咧，我识咗你咁多年咧，你从来都冇错，真系未试过，绝对未试过。哇！嘿，你而家仲系满面通红，啱啱边度饮翻嚟啊？好啦，咁咧，我因为我打你电话，我打咗4次你电话咧，都话关机吓。咁呢样嘢咧，就令我即系有好多嘅呢、這个。猜測好多個猜測，當然啦，好多 friend 都有猜測你即係去咗住酒店啊，或者手機俾人偷咗啊。咁、我覺得呢啲猜測都係屬於比較樂觀嘅猜測嚟噶嘛。咁會唔會有啲咧，即係我哋意想不到嘅事情會發生咧？咁嚇，咁所以咧，我啱啱咧就打咗個電話俾阿仔哥啊，係啦。咁啊，仔哥咧就同我講咗，你哋琴晚即係從食飯開始飲，跟住咧就一路咧去到呢個夜場又繼續飲，係啊，跟住咧然之後咧你又識咗個小富婆啊，跟住咧然之後咧就冇然後啦。嗱，呢啲有冇然後咧？其實我唔追問你嘅，如果追問呢啲嘢話，大佬我日都日都好忙啦，係咪都做唔到正經嘢啦？但我所關心嘅咧就係阿仔哥咧同我講咧就話咧嗰個女仔咧係咁以。即係嚟摸下佢手仔啫，啊咁咧就已經一部寶馬啦，咁嚇，哇！喺我當時好開心啦嚇，我當時哇喺我喺度十部寶馬啦，係啦，最少送層樓啦，係咪啊？喂，跟住咧阿仔哥同我講唔係喎，調轉喎，係人係個男仔摸下佢手仔咧就送部寶馬俾佢。哦咁啊，係啊，所以我好擔心就係我嗰層樓，即係你嗰層，而家係你噶啦，係咪先嚇？咁其實遲早都係我噶啦，係啦，我嗰層樓快講咁耐，突然間冇咗啊！我嗰層樓咁而家點？我首先要了解呢件事啊！哇，咁嘅咁嘅咁啊！嗱，今晚同琴晚系两件事啊！系，其实今晚咧，其实我哦呢个 friend 话喺对面嘅民宿跑过嚟喎。啊！仔哥又交代咗嘅，話嗰個女仔咧，喺我哋呢個雜物房附近咧，係經營緊一間民宿嘅。啊，好似係，但我唔知喺邊。哇！呢個 friend 真係，哇！即係呢個 friend 嚇。哇！呢個 friend 真係犀利嚇，即係好有動感啊，好有畫面感啊！阿志一見時間差唔多啦，的起條褲就跑過嚟啦，關咩事？關咩事？咁嘅咁嘅，條褲都冇的啊！咁啊咁啊！嗱，今晚咧我就即係你知啊。即係我知咩啫？我就唔知，我知我使鬼問你咁多啊？唔係年咩？即係年前好多約會啦嚇，咁我食飯嘅，係啊，都飲咗少少酒嘅，咁但係其實我。都好充裕啊！其實我就喺建設六馬路，係即係個海濱司機哦，食飯啊，魚得水嗰間係嘛？係啊，就係魚意。咁我咧就諗住9點鐘，嗯哼，9點鐘我係企喺出路邊啊，係而家我仲要因為嗰條封咗嘛，係我行出東風路，係9點鐘要到咗東風路嗰個位啦，係打車，係同埋叫車，嗯哼。都唔得，唔係叫車排好厚，係百幾位，嗯哼，咁我就打車啦，係都冇的士，唔知點解，都冇的士添，係啊，全部都滿座嘅，係，跟住咧嗱到而家先到，係9點鐘企喺東風路同建設路交界位，係到我哋公司幾綽綽有餘啦，係咪先？3幾公里啊，最多都係綽綽有餘啦，到到而家我先到嗰度。喂，呢、這個 friend 話你係咪打少個字啊？係打車輪啊？9點鐘嘅東風路同建設路馬路交界位打車輪啊嘛，但係打車咁嗰刻咧，我手機就冇咗電啦，就冇咗電啦。哦，喂，9點到9點半係咪好充裕咯？喂，
我唔知你，即係唔係唔係，即係憑你嘅常識，憑你嘅常識。嗱，一個人咧，如果真係企喺路邊咧，截的士啊咁啊，咁我覺得即係同埋叫車，係啦，叫唔到咁啊，咁啊排好後百幾位，冇錯冇錯，明嘅明嘅明嘅，咁樣即係我覺得就。其實時間真係好充裕嘅，九點鐘企一個位啊！係啊，真係好充裕啊！我覺得。但係如果係兩個人依不捨，咁啊，企馬路單一個人單人，企喺馬路旁邊咧，又即係哇，又攬攬，又錫錫咁啊！咪單人單難分難離咁樣就好難講啦，難離難捨。誒嗱，哇！第一次喺節目度唱歌啊你！唔係真係我真係九點企喺東方路。呢個 friend 話點解唔可以掃部單車呢唔識踩，唔係，琴晚攰得滯，對腳冇力，唔係，我估係叫到車嘅，係啦，我估一定得噶嘛，係，但係叫車係叫唔到，打車打唔到，到而家先到，咁期間手機冇電，哇！我急到我真係急到我不得了，真唔呃你，真唔呃你。嗱，大家識唔識？大家重新認識下字啊！呢個 friend 話教科書式的狡辯啊，唔係，無論係咪教科書，請將其中嘅疑問點話我知。我真係嘅喎。嗱，我邊度食飯啦？跟住嗰條路咪整地鐵嘅，封咗嘅，所以我咪行到東風路。系，系啊！哇，呢、這个 friend 话听得出阿志咧，而家仲好兴奋啊！唉，回味紧啊！但系唔紧要，我系节目继续噶，继续嘅。系啊，咁啊，节目嘅直播期间咧，同大家讲讲啦吓。咁啊，喺呢个抖音平台上边咧，大家睇紧呢个直播嘅话咧，可以点击屏幕下方嘅呢、這个购物车。咁啊，我今晚咧就有呢、這个哇，喺非常之多产品同大家推荐啦。咁啊，咁啊，然之后咧就我哋今晚咧依然。咧就有呢个100蚊啊，100蚊咧满100蚊就减20蚊嘅吓，满100蚊就减20蚊嘅呢个活动嘅，咁啊，咁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咁啊希望咧大家咧一齐咧一齐咧睇呢个直播，同埋咧一齐咧就系点击屏幕下方嘅购物车买，讲唔多嘢，一个字买啊 ，OK， 一个字买，跟住落嚟系广告时间。而家只要268蚊就可以获得前途无量新春礼盒两盒，普士尼桃红葡萄酒一支，两套兔年利是封，计落3.5折，超级无敌抵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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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可以参加一块过年活动添，年货周街有得买，点解要嚟 Love Q？ 因为你醒咯。系啦，你等等啊，因为咧啱啱咧就即系一路喺度等你啊，打电话俾你啊，哇，搞到咧个口干，我哋饮杯水先吓，系嘛系嘛，你唔系饮你乌苏咩？嗱，我留大家讲吓，其实呢几期节目咧，阿 Hugo 咧每晚我做直播嗰阵咧，佢系攞支乌苏嚟嘅，我系攞支咩农夫山泉啊，哇，点解你唔俾个杯我饮个乌苏咧？其实佢根本唔俾我饮。真係離曬譜喎！我話俾你知。嗱，我同你講下，點啊？你冇喺度講呢啲同我哋咧呢個直播銷售產品冇關嘅呢個信息，你知唔知啊？唔係，你俾人停咗閉啊！我同你講。哦，係啊。啊！你條乜飲嘅？你飲咗兩杯嘢。因為我哋自己停咪算咯，唔係因為我自己停就閉啊。咪就係咯，你咪傻傻地噶嗱。今晚啊，抖音直播產品咁啊，有呢個馬利道夫嘅 XO 嘅 Blend 啦，有兩個唔同嘅呢個樽型俾大家選擇啦。當然有我哋非常之受歡迎嘅一些事一些情嘅強佬牛肉丸啦。當然仲有。嗱，我哋嘅小羽毛，噔，我哋嘅小羽毛咧就重出江湖啦，咁啊，今晚咧依然有套装嘅，咁啊两支咧智利嘅小羽毛，再加上一支咧智利嘅呢个 HD HD 啊，当然仲有呢个两支嘅小羽毛，再加上咧我哋西班牙赢家咁啊，咁啊有唔同嘅组合嘅，咁啊咁样嗱，两支小羽毛加支西班牙赢家，咁呢个组合咧就系198蚊啊，咁啊两支小羽毛加支。HD 咧又係198蚊，今晚咧我哋嘅活動咧就係滿100減20，咁啊滿250咧就減50，咁啊，咁我哋咧坦白講咧就呢個減嘅幅度咧已經好勁好勁嚇，唔好問我點解點解咧？好似即係我哋之前有呢個滿300減100，係啊係啊，唔好問我點解今晚冇，今晚咧係250減50，250減50咧，我哋已經咧基本上血本無歸啦，因為呢幾日咧快遞升價，
係啊，所以咧而家咧買呢個強龍牛丸咧，我哋只能夠發呢個順豐冷鏈啦。咁啊，之前咧就話我哋咧就比較近嘅地區啦嚇，咁樣我哋都可以發呢個其他嘅快遞嘅。係。但而家咧，強佬牛丸咧，我哋只能夠發呢個順豐冷鏈啦、所以咧個快遞都貴咗好多啊，大佬！如果再做嗰個咧，就根本上頂唔順啊！係冇錯啦，咁啊，希望咧大家咧就可以理解理解啊，希望咧大家可以支持支持。當然啦，我哋前途無量新春禮盒，大家見到後邊啦，哎，拎開啲酒先嚇，係拎開啲酒，大家就見到我哋嘅前途無量嘅呢個新春禮盒，咁啊，油角啦、笑口組啦、椰子餅啦，咁啊，跟住咧功夫酥啦，跟住咧牛耳仔啦，呢啲咧都係我哋廣東咧非常之傳統嘅賀年食品，我哋前途無量新春禮盒咁啊！我哋咧有一個單禮盒裝148元，跟住咧前途無量嘅新春禮盒套裝咧有兩個嘅咁啊！首先咧就兩套12盒啊，加上咧呢個法國普士尼嘅桃紅葡萄酒一支咁啊，係一個咁樣嘅組合咁啊！咁啊，再加上咧我哋嘅利是封，係啦，再加上我哋嘅一些過年利是封，係啦，兩套咁啊，總共咧就買298元，298元嚇，300元唔到咧就哇有一支酒啦，咁啊兩套呢個賀年食品啦，加埋我哋嘅利是封，當然啦，咁啊仲有另外一個套餐嘅就是、前途無量咧新春禮盒套餐二嘅嚇，就係、是、呢法國嘅波爾多嘅勒貝爾 Le Bel 嚇啊 Le Bel 咁啊 Le Bel 再加上我哋嘅呢個禮盒嘅話咧，我哋嘅呢個售價咧就係249元嘅，249元嘅咁啊，當然啦，都係兩套嘅賀年食品啦，一共咧就係12盒，再加上一支咧嚟自波爾多嘅名釀 Le Bel 咁啊，加埋咧就249元嘅，咁啊，滿250元咧就減50元嚇，滿100元咧就減20元嘅，非常之抵，非常之抵，非常之抵啊！仲要個事情咧講三次都可能未必足夠啊！啊！啊，請放心啊！今晚喺我哋嘅抖音平台啦，我哋小程序平台啦，都有呢啲優惠，放心啊！係啊，係啊，我哋嘅優惠咧就層出不窮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咧就喺呢個睇緊我哋直播嘅同時咧，可以咧點擊屏幕下方嘅購物車買買買買買啦，揸緊機會啦！因為咧我哋發貨咧應該係發到19號晚，即係最多係發到20號朝頭早啊，咁啊最多係發到20號朝頭早，咁啊所以咧大家咧慾面香遇購買從速啦，咁樣啊 ，OK， 咁啊賣完一輪廣告之後咧，繼續審下字啦。唔係呢個 friend 英華緊我，佢話：喂，喺交叉路口，手機冇電，打唔到車，呢啲就唔係愛情偶像劇。嘅劇本咩？係啊，有咁啱得咁巧，係啊，真係就係咁。係啊，即係呢個即係咩街邊急速的吻。如果韓國劇啊，就完全啊唔同咁啊，你都算好彩你呢、這個。韓劇會點啊？係啊，韓劇咧就係呢個時候，你都彷徨無助嘅時候咧，見到。哇！你琴晚識個女仔，著住一套白衫咁啊，白裙咁啊，喺路嘅對面行過咁啊，呢、這個時候你好，哇！你好興奮咁樣同佢揚手，打招呼，突然間一部車砰撞過去，靜曬。係啊，哇！韓國劇咁啊。係啊，跟住咧就一個特寫咧，係嗰條白裙上面咧就染咗血，跟住咧你企喺對面馬路欲哭無淚、跟住咧下一秒鐘咧撕心裂肺。哎呀！係啊！哎呀！好彩你發生喺中國啫，阿志。做咩劇？做咩劇走咁喜慶啲啊！嗱、啊，我都未講啊！阿小明就話，然之後女主角俾車撞飛啊！嗱、啊，叻啊！呢啲韓國片。呢個 friend 話：喂，我想問一問啊，點解門鈴嘅走音咧，真係咁統一嘅？係啊，佢一人走音，走音係同一個音啊，走曬。呢個 friend 話：然後可以轉日本鬼片嘅，即係自今晚翻屋企打開電視，嗰個白衫嘅女仔爬出嚟。呢個 friend 話：喂，太嚇人了，不要再講了，咁啊，不講不講。好，咁啊，我哋。呢、這個梗係唔講開玩笑啊！新年流流，希望咧大家咧都注意安全，同埋咧就係、是、都身體健康嘅咁啊！係啦，咁啊不如講翻你琴晚啦。阿仔哥走咗之後，發生咗咩事啊？阿仔哥作為呢個場嘅，即係佢主控啊，佢走咗之後，大家都散啦。哦，咁你咧？咪就係散咗咯。哦，係啊，散咗去邊度咧？
各回各家。啊，咁啊睇你嘅啫，有时各回各家系咪先啊？系啦系啦，咁啊，你将佢屋企当成你家咪 OK 咯，阿姐。我不是那么随便，翻嚟嘅人真系咁啊！阿姐，有时啲大家成年人嘅嘢系咪先？系啦，你可以唔讲。系，系咪先？但你唔好呃我啊嘛！我真系冇呃你啊嘛！你明白未啊？我听喂，阿志你点？你最屘冇讲点翻到公司？我最屘咪好难都打到车啊！都迟到的士。系啦，等咗好耐好耐。OK 啊！嗯，哇！呢、這个 friend 已经打晒歌词啊，打晒歌词。系啊，街边焦急的我，紧抱心爱的你，透过湿恤衫，透过湿。湿恤衫透向你的腹肌，咁、哦、紧要咩吓？哇！不过咧，讲起咧，对面街打招呼咧，喂，真系我觉得咧，呢、這个世界咧真系好奇妙噶吓。点？我哋上个礼拜咧做直播，先讲起李嘉诚，系先讲起李嘉诚嘛。咁今日中午咧就有个朋友咧就临时约我食饭嘅，咁喺又喺公司附近嘅咁啊。咁啊，然之後咧，我就啊咁啊去啦，咁啊，咁啊去啦，咁樣食完飯啦，咁我行出馬路，咁啊，因為好凍，所以我嗌咗司機嚟接我啊嘛，咁、啊，咁啊喺個路邊等緊車嘅時候咧，望向對面馬路對面馬路，佢哋咧應該係佢哋品成記咧拍緊嘢咁啱，系啊，咁啱，即系一个 team 咁啦，拍紧嘢。咁啊，其中咧，我唯一认识嘅咧就系李嘉诚啊，李嘉诚啊，佢仲喺另外一个拍档咧，又系即系好大份嗰个叫咩名啊？嗰个我就好面熟，但系我又见唔出佢叫咩名。即系男定女啊？梗系男啊，女好大份嘅，我得翻人睇佢咩？咁啊，有嘅有。嗯嗯，啊叫咩名咧？真系啊！咁啊，然之后咧就。诶、欸，咁我当时咧，我就企喺个马路嗰度吓，我当时嘅内心系交战噶，你知唔知啊？有乜交战啊？嗱，第一，哇，我觉得好巧嗬，上个礼拜咧喺我哋直播里边咧，我哋先提过李嘉诚吓，系，咁今日就见到啦吓，咁关键系点咧？嗱，关键你觉唔觉得我今日个头好乱啊？好明顯啦、啊，話大家點解啊？係啦，即係成日拗頭，唔係，係啊，當然成日拗頭啦嚇。舊、年蝕錢蝕到趴低，拗曬頭。咁啊，關鍵咧就琴晚咧去同朋友飲酒，啊咁啊飲完之後咧就翻到屋企咧，搭低又瞓，就唔記得 set 今日嘅鬧鐘。咁啊，今日朝頭早咧，我要車個仔去打波嘅。係啊，咁啊，然之後仔嗌醒你，唔係個仔嗌醒我，咁啊，咁啊，然之後咧就我自己可能都有啲有多少生物鐘嘅。咁啊，遲咗比正常起床嘅時間咧，應該係七點鐘嘛，係咪先啊？七點鐘，咁啊遲咗成九個字，七點九我先醒。我一乍醒睇個表，仲講一次咩？啊，七點九啦，跟住嗱嗱聲用最快嘅方式啦，即係沖燕麥片啦咁。係，係啦，沖燕麥片嘅方式咧，嚟整早餐，跟住又煮一隻蛋啊、牛奶啊咁啊。即係喂，遲咗九個字，搞呢啲，唔係即係出門啦，係嘛？喂，個仔要打三個鐘頭波啊，咩都唔食啊？OK， 蛋白質一定要補充嘛，碳水化合物一定有噶嘛。係，哇！你除咗識女仔之外，你其他嘢可唔可以生活常識可以識多啲啫？好嘅，嚟嚟嚟。哇！跟住咧就哇一頓嘅忙亂，跟住哇車咗去球場，跟住咧就嗱聲翻屋企，跟住咧就翻工咁樣啊嘛，係咪先啊？所以咧我完全咧就諗唔起有梳頭呢件事嘅。而且咧今日咧就天氣比較乾燥啊。啊，乾燥可能靜電勁啊，咁你拗得兩下頭咧，頭髮就好亂嘅，撐曬起身。係啦，但我自己懵然不知。咁跟住咧，今日中午去到食飯嗰個地方咧，見到李嘉誠對面馬路，見到我 friend， 咁咧佢已經即係話，即係稍微嘅目光咧喺我嘅髮型嗰度咧就停頓咗一秒嘅，因為我平時都應該係執得幾正噶嘛。咁我當時即係覺得，佢都好驚訝，窒一窒，係啦，窒一窒。跟住咧，我就已經覺得咧，從佢眼神裏邊咧，我睇到有啲異樣啦。係，咁啊，食飯嗰中途去洗手間嘅時候，一照鏡，啊，弊，哇，一頭亂草咁樣嚇。咁啊，我你知啊，對一個外形即係嚇，對有要求嘅人，係啦，偶像派咁我行偶像派路線嚇，大家識我哋廿年都知啦，係咪先？我係行偶像派，阿志行實力派噶嘛，係啦。咁啊，然之後咧，我就。哎呀，个头咁乱，咁点算啊？咁啊，咁然之后咧就，但系咧我又好憎嗰啲咧，
喺廁所咧洗下手，跟住撥頭髮嗰啲喎。啊，因為我經常喺廁所度咧見到啲男嘅咧就係、是、屙完尿，跟住咧就去洗手，洗完手之後咧就趁住個手濕咧就撓下個頭噶嘛，啊、即係撥一撥頭髮咁啊，好似罩罩咁啊。大佬水會乾㗎、啊，你嗰啲你以為你遮你啲水咩？嗰啲水啊，咁啊咁啊，所以呢個動作我又做唔出。咁我諗住，唉，一陣橫掂翻公司啦，都今晚嚟見你，見唔到其他人啦，由得佢啦咁啊。好啦。咁呢個時候呢就之後呢食完飯咁喺馬路嗰度等緊車嘅時候呢就見到李嘉誠啦。咁當時我嘩我諗我有成十年未見過李嘉誠啦、嗯。最少十年未見過李嘉誠啦。咁然之后呢有想同佢打招呼喎。但呢又見到自己就知道自己。即係咁嘅形象。係啦咁嘅形象。咁當時我當然戴住口罩嘅。咁喺對面馬路咁我諗佢唔認得我㗎啦。咁我戴住口罩㗎嘛。嗯嗯我當時呢就一路呢就喺度呢不斷咁樣內心喺度掙扎緊啦、啊。想打招呼唔打。想打唔打。想打唔打。係呀喂大佬自己咁嘅樣子生意失敗咁咪先。係咪喂大佬都唔好意思同打招呼啦。咁啊。嗯。後面呢部車我見到部車揸緊過嚟嘅時候咧，咁啊諗，唉，咁多年冇見，打聲招呼啦，咁啊，就同佢揚揚手，喂，嘉誠咁啊，跟住咧，哇，佢好，哇，即係，喂，嘉誠而家即係都係行偶像派嘅，即係好偶像王嘉爾咁，你知唔知啊 ？OK， 啊，向呢邊揮下手，即係粉絲，佢覺得佢係粉絲，唔係，即係佢係習慣性動作。一路上好多人同佢咁打招呼，冇錯啦，冇錯啦，佢見佢即係佢見邊個都係咁樣嘅反應，係冇錯啦。哦，所以成世唔使有肩周炎噶，膊頭喺度活動，太多 fans 揮手喺度揮手咁啊。咁啊，然之後咧，我除低個口罩啦，跟住佢係呆咗兩秒，係佢係 Hugo 啊咁樣。哦，咁我唉終於認得我啦咁啊，跟住咧我同佢揮手咁啊，我上車走啦咁啊。即係幾神奇喎、啊！上個禮拜講起佢，今日見到佢，而且咁烏嘢嘅樣見到，佢有冇租住你部車啊？我都係佢嘅粉絲做嘅事。唉，我希望話咁，你上車梗係租車啦，係咪先？唔係，佢喺對面街，佢喺對面街啊。嘉誠啊，係咁樣啊，係咁啊，呢個 friend 話：喂，阿志啊，你手機冇電，我想知你點樣俾的士錢咧？我現金啊。哦、啊，唔係，其實咁嘅，即係其實我係咁樣堅持嘅。係，我始終要袋啲咁多現金。啊，嗯，但係少於100蚊啊，當然唔夠100蚊，係啊，即係永遠都係100一張100蚊喺度啊嘛。唔係，即係少於100蚊，我有現金俾錢。唉，真係。其實我一上車咧，我問佢有冇充電線，佢話冇喎。我話冇，我得靠現金，我首先同佢打招呼。係係啊，你有冇錢找㗎？咁樣唔係、啊、我打招呼，我有現金。跟住人哋話我冇錢找俾你喎，咁樣。咁啊，都唔得嘅，我唔理啊，佢唔可以拖我落車。好 ，cut 完嚇。嗯。好，咁啊，呢個 friend 咧就話Hugo 晚上好啊！我之前咧喺微博度评论话啲三尺码唔啱，想退换货。回复单号之后咧就冇得下文啦。请问你哋可以换啊？唔可以换就算啦。梗系可以换啦，梗系可以换啦。只有尺码就可以换嘅。咁呢件事咧，我系交代咗我哋嘅小助理嚟跟嘅。咁啊 ，sorry。咁我一阵间会嗌小助理啊。一阵间我哋做完直播之后咧，会嗌小助理咧。同你跟呢件事嘅吓，啊呢个 friend M 先生佢话，听日咧系同老婆相恋7周年啊，希望可以得到双低祝福，银银。老婆，我爱你啊！咁啊，后续我哋将我哋故事写成邮件分享俾你哋啊！好啊，快快快快快啊！好，咁啊，啊呢个 friend 啊，老人家咧就系习惯带现金啊！你个人啦，我都估到呢班人咧会咁讲啊！真系啊！啊，所以我啱啱有句说话咧，我忍住咗冇讲啊！系啊，你讲咩啊，你啱啱讲话你随身啊袋现金嘅时候咧，咁我话系啊，我随时咧个袋度都系1000蚊嘅咁。后屘一谂，诶呢班人实咁讲噶，唔好啊，大声唔讲啊，唔讲啊，唉咁啊。一些事，一些情，广告时间。一年一度一块过年火热进行当中，一蚊计可以当几千蚊使啊！一年嘅装备一次过买齐晒，买衫裤鞋袜，买靓酒美食，买生活用品，买健康产品，买送礼佳品，通通一蚊搞掂。全年最最最最最最抵，错过就要等多一年噶啦！即刻上官网一块过年啦！系咁啊，呢、這个 friend 咧就话
呢、這個 friend 咧就話姚大秋，哦係啊係啊係啊，哦係冇錯冇錯冇錯，阿嘉星嘅 partner 係嘉星嘅 partner 姚大秋冇錯冇錯啊，咁啊係係啦，我真係一時之間講唔啊呢個 friend 話喂 hello Hugo 你好啊，我係二三屆 OK 今年啊。Okay.傳媒生報道、啊、最近咧準備校考啊，希望咧我所有嘅校考，即係學校考係咩、嗯、意思？有得佢啊，都係攞到合格證，唔、嗯、讀都靚啊，讀咗仲靚，一定靚，全部靚，全部靚，全部靚啊、嗯！好咁啊，呢、這個 friend 咧就係耳拍牛肉丸同牙刷，牙刷咧真心好用啊，多謝你啊 ，YS， 多謝曬，多謝曬啊！咁樣我是彭彭啊，佢話咧聽日省內仲發貨嘛？我哋發貨咧一共一直咧就發到20號朝頭早嘅即係19號晚買咧，我哋咧20號咧，我哋都發貨嘅我哋咧就係一直發貨到20號朝頭早嘅，咁啊，所以咧就要想買我哋嘅產品嘅 friend 咧就嗱聲落單啦，嗱嗱聲落單啦啊！所以發貨時間咧係有過年有啲限制嚇。係咁啊呢、這個 friend 話我都有個七年之戀啊，不過咧唔敢寫信俾你哋啊，因為啊佢都係喺度聽緊嘅，怕尷尬啊。咁啊，當然，係、哦，如果講到一啲細節嘅話，嚇、對方係知啊，係冇錯啦。咁啊，人間正道是滄桑啊，哇，起得呢啲名啊，都有翻咁上下嘅呢個資歷嚇。哇哇哇，十幾年前嘅節目竟然仲喺度啊，依然不變嘅味道。咁啊，歡迎你，歡迎你嚇、啊。阿姨就話我袋啊，隨時都有10蚊、8蚊噶。OK， good 。唉，咁啊 ，good 嘅 ，good 嘅 ，good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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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啊。係咁啊，呢、這個 friend 咧就話芝芝啊，今年带边位女朋友见家长啊？咁啊，我谂佢家长唔想见啦、啊。唔需要带，佢点佢点知啫？系嘛？呢个好难估噶嘛，知嘛？啊，唔需要带，唔需要带，年卅晚先知噶嘛，年初一带边个翻去系嘛？哦，咁啊，啊你嘅人最新嗰个咧，梗系系咪先？唔通带啲过期去咩？阿志系嘛？啊，你边啊？背个。包出街咧，一般都比較現金啊，係咯，係啦，係現金啊，咁啊，呢、這個 friend 話琴日去加油站加油啊，佢哋咧播放住你哋嘅節目，幫我加油嘅女員工咧聽到節目咧話。哦，去加油站加油，哦，部車度應該係播放緊我哋嘅節目，咁啊幫我加油嘅女員工咧，聽到節目就話：，Hugo 阿芝啊，我話係啊，咁啊，哇，你有聽啊，咁啊，哇，咁咧就成功聊到咯嚇，哇 ，OK 啊，係、掂啊掂啊，係又揸部車喎，係咪先？係咯，揸部靚車去啊，係啊係啊，又可以同人哋咁樣溝通係咪先？哇！真係啊，即係跟住落嚟啊，跟住呢個唔使多講，係咯，係咪先？跟住可以接放工㗎啦，係咪先嚇？咁啊，嗰、那個副駕個座位上邊，哎呀啊，又求其攝住本房產證咁係嘛？咁啊，有車有樓，哎呀，得唔得啊？得唔得？掂掂哇！我而家聽講都係咁㗎，好似啊點啊？我嗰日咧先至同個 friend。傾偈咁啊，咁咧佢咧其實係 band 仔嚟嘅，玩 band song 嘅，嗰啲好重金屬嗰啲嘛。咁、然之後咧，我同佢講，我話點啊？今年過年咁啊，佢話咧，唉，今年過年咧就即係又要俾阿爸阿媽餓啦，咁樣啊，催婚，催婚啦，咁啊，咁我話，催喎、啊，咁你嗌佢哋介紹啲女朋友俾你識噶嘛？係咯、啊，係啊，你唔好顧住催，你都要負起啲責任噶嘛，係咪先啊？喂，而家介紹啲好有可以把握啊，係咪先？係啊，冇錯啦、啊，我話你作為阿爸阿媽唔可以咁唔負責任噶嘛，係咪先？淨係、啊、要結果唔，我得個催啊，係啊，唔得，自己喺過程裏面又唔參與，係咪先啊？唉，佢話而家真係好直白㗎，佢話我阿爸阿媽咧有介紹㗎咁啊，我話點樣直白啊？佢真係同我講，喂，我以為呢啲係喺短視頻平台先睇到㗎，哇，直播咪喺度打喊路。冇嚟今晚飲咗幾多？我聞到你應該飲白酒啊。係係。點解我哋咁好嘅呢個亞文邑嘅馬麗道夫 SO 你唔拎去飲呢？係喎。吓係喎。咁好嘅年份SO 又有，今年今晚都有年份 SO 噶，好似有呢個1987年嘅，哦，係啊，今晚有1987年嘅馬麗道夫嘅原樽嘅年份白蘭地啊，年份白蘭地1987年啊，咁大家如果想買嘅話咧，嗱一聲啦，咁啊嗱一聲搶搶搶啊，一共得4支，一共得4支嚇，OK。
啊，你講下佢嗰個爸爸媽媽點介紹？係咁咧，佢咧就係佢哋相睇嘅時候啊，喂，真係噶，有車噶，帶埋行駛證啊，有屋嘅帶埋房產證，即係驚你唔信。係啊，哦，係啊，全部先行硬件先啊，硬件 OK 啦，嗯，然之後咧先至再傾感情，啊，再傾感情嘅事。哎呀，你點解咁樣嘅你？唔係，我哋都係傾感情噶嘛，唔係傾硬件噶嘛。咁佢一開始咧，佢話佢都反感呢樣嘢啊，佢都係同阿爸阿媽講噶。哦，啊，咁佢阿爸阿媽就一句説話得死佢。點啊？喂，你傾感情嗰啲啊，你呢幾年你浪費咗幾多時間啊？即係即刻收咗皮，既然你跟住咧，仲有下一句喎。嗯，既然你嗰套行通，你可唔可以行下我哋呢一套咧？喂，呢一其實呢一套咧，我呢個雖然簡單，嗯，唔係雖然直接，你話佢粗暴咧，啊，係有啲啊，但係真係有效啦，係咪先？係啊，係啊，係啊，粗暴得嚟有效，又係啊，係啊，嗱，真係，既然你嗰套行唔通，點解唔試下我呢一套咧？咁，哦，哇，咁一問落去咧，個仔就收曬皮啦。咁啊，系喎，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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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时有啲嘢咧，真系唔到你辩驳噶，真系。嗯，唉，咁啊。哇，呢个 friend 啊，相睇介绍啲女仔啊，基本咧都高过我，大只过我，系，我好惊啊。嗯，都系咪介绍噶？点解咁嘅？嗯，哦，系，即系又高过佢，系。唔係驚唔驚唔緊要，你中唔中意就得啊？係冇錯啦。咩身高啊、體重啊、年齡啊，都年齡啊都唔係問題，都唔係問題嚟㗎，冇錯啦。關鍵你中唔中意，係啊，或者佢中唔中意你，係咯。其實咧，我哋一早都講過啊，其實咧喺戀愛中咧，必然咧有一方係犯賤嘅。咩叫犯賤啫？犯賤嘅意思咧就係你好中意佢，咁可能對方冇咁中意你。係，但係咧我同你講。啊，其實咧，我哋咁多年嚟二十年嘅一些事一些情做咗咁多年嚇，我哋咧都見證咗好多愛情同埋婚姻嘅故事。因為咧，我哋每個禮拜咧，我哋都會收到咧好多好多 friend send 俾我哋嘅 email 係嘛，咁啊，所以咧就喺 email 裏邊咧，其實我總結出咧一啲嘅經驗嘅，啊一啲嘅經驗就係咧兩個人喺埋一齊可以結婚，婚後咧依然可以好幸福嘅話咧，其實就係應該咧。是有一個人愛得多啲，嗯，甚至乎是可能去到即係如果比例嘅話嚇，係可能去到60%以上。哦，咁另外一個人咧可能冇咁愛對方，但係咧佢咧係一個有責任感嘅人。哦，啊咁咧係一個完美嘅組合。哦，啊其實咧我哋見到即係好多嘅 email 啊 send 俾我哋嚇，對於婚姻嘅呢個最後咧嚇，可能咧行到某一步嘅情況之下，咁當然會有人出軌啊，會有人渣男啊、渣女啊，諸如此類呢啲層出不窮啊。係，但係咧關鍵咧就係兩樣嘢，第一，雙方其實都唔係太愛對方，嗯，啊條件適合我哋結婚，啊即係行仔證、房產證拎出嚟，條件適合我哋結婚，嗯，呢一種咧其實真係未必㗎。系啊，系啊，真系未必，真系未必，因为冇感情啊嘛，系咪先？系咯，当你两个咧遇到咩问题嘅时候咧，啊，都唔存在感情破裂啊，啊，一开始又冇乜噶啦，啊，破乜鬼裂啫？就是、关系破裂啦，直接系咯，系咪先？嗯，啊，咁第二种咧就系、是、两个人咧可能中意对方咧就系、是、可能50:50，你知唔知啊？50%对50%，咁大家喺呢个情况之下咧都互相唔让步。哦，即系企硬，企硬嗱，大家唔好话喂 Hugo， 你乜你咁噶？咁如果唔有一方唔啱嘅话，梗系要企硬啦，咁样、嗯、喂，其实咧，我觉得咧最伟大嘅爱咧系原谅啊嘛，系咪先？啊，你可唔可以原谅佢啊嘛？咁如果你好爱佢啦，哎呀，算啦，原谅佢一次半次啦，咁样啊，系咁啊，咁其实呢个婚姻嘅关系可能冇咁容易破裂啊。啊，系咁嘅意思吓。OK， 咁啊，讲起呢样嘢咧，真系啊，但系咧，要唔要即系话，即系刻意去迁就对方咧？我觉得未必噶。啊，唔系，其实系啊，即系如果双方都觉得对方系 OK 嘅话，嗯，犯贱嗰一方咧，嗯，其实系受欢迎嘅。系咪先？系啊，真系受欢迎噶喎。系啊系啊，虽然我话犯贱，好似听起身有啲贬义啊。嗯，但系如果双方都觉得对方 OK 嘅话，系犯贱系受欢迎。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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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定係咁啊，所以唔緊要嘅。係冇錯啦，咁啊，好哇！喺章魚小丸子話，終於買到西九龍直到廣州東嘅車飛啦、啊，三年冇翻過外家啊，冇翻哦，冇翻過娘家嚇、啊，即係外家啦嚇。啊，年初二啊，要湊對仔女咧，翻嚟見媽咪啦，咁樣哇，好、啊、開心啊，好開心！即係十五號嘛，今日係十六號，係啊，琴日開噶嘛，係啊，琴日開，琴晚何輝。咪喺東站搭車翻嚟香港咯。哦，啊，係啊，係啊，十五號開咪係咯。咁啊，所以咧就係疫情以嚟咧，好多 friend 都可能好多時間見唔到家人啊。OK， 而家可以啦。係啊，咁啊真係㗎，你唔好話呢幾日咧睇新聞啊，特別睇啲 TVB 關於呢個通關嘅新聞啊。真係訪問咗好多嘅喺呢個車站又好啊，喺呢個關閘口又好啊，一啲嘅市民都係話幾年冇見過，幾年冇見過嗰啲。系啊，跟住咧，我太太隔篱咧就，哎呀，啲感觉咧，真系好难受啊！睇到呢啲啊，系咯，好似嗰时南北韩家庭会面咁，哇，又好紧要嗰啲几廿年，夸张，嗰啲几廿年噶嘛，嗰啲系啦，系啦，系啦，啊，系啦，咁啊。小文呢就祝呢个汤同学啊预祝你呢新年快乐，如果你听到呢又挂住我嘅话呢记得话我知啊，咁啊哇哎呀哎咁啊哎咁啊呢个 friend 话咩话中初一带婷婷，初二咩话？初二咩话？唔知佢噏乜啦？啊，呢个 friend 系啊系啊系啊！如果喺呢个感情唔系喺经济基础上 OK 嘅话，揾到中意嘅话就非常好啊！系啊，绝对 good 噶！冇错啦，冇错啦，咁啊，系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话呢个 friend 咧就系咩话？啱我啊 ,1987 年嘅兔仔，哦系喎 ,1987 年到今年系36年啊。嗯哼，系嘛，系啊，系啊，系啊，今年又兔年啊嘛，本命年系嘛，系啊，系啊，啱啱咧都有几个 friend 话咧，希望咧就可以咧，兔年咧生个兔 B B 咁啊，系咁啊，兔年咧生个兔 B B 咁啊，希望咧大家都心想事成啊，咁啊 ，OK， 咁啊，呢个 friend 话准备入手1987年咁快抢晒啦，吓咁快抢晒啦咩吓？系咩？四支喎今晚。今晚有四支喎，揾到四支俾大家喎，咁快抢晒啊！呢个 friend 话我老公咧好中意听你哋讲故事啊，然后咧就听你哋嘅见解咁样啊，哇！咁你老公一定系个好老公啦吓！啊，呢个 friend 牛肉丸今晚落单，年前可唔可以收到？梗系得啦，今晚落单，听日发货，听日发货咁啊！我唔知道你喺省内定省外啦，如果省内嘅话咧，基本上咧后日就一定收到啦，系绝对放心啊！系冇错啦，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话呢、這个 friend 话咩话？从化年前收唔收到牛丸？今晚落单一定收到，一定收到。呢、這个 friend 话：喂，点解咧？300送100嘅100蚊券冇咗咧？梗系冇啦！而家快递咁贵，系、啊，所以咧，如果系即系如果再送100咧，基本上咧就系、已经好惨噶啦啊！咁已经咧就已经好惨噶啦。跟住咧，如果再送埋嗰100咧，就直接破产噶啦、希望大家支持，希望大家支持啊！呢个 friend 今年咧一定要同老婆咧生个兔 B B 啊！加油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吓！跟住落嚟系广告时间，就嚟过年啦，送礼点可以少咗？好好食又有面子，大人小朋友都中意嘅前途无量新春传统礼盒咧，入边有好食嘅传统贺年食品，有靓酒，有利是封，超美颜值，超高性价比，超强心意，耶耶耶耶！无论自用定系送俾姨妈、姑姐、叔伯、兄弟、好朋友，都系一份好美好嘅新年祝福。依家仲为大家搭配咗红酒套装礼盒，劲打35折，攞咗我条命啦！不如即刻上官网抢购啦啦啦啦啦 ！OK， 咁啊，啱啱都拎起呢封 mail 想读啊，唔知点解又讲咗喺第度啊？咁呢封 email 咧，其实我手上咧有两封嘅 email 嘅，系咁呢两封 email 咧，分别咧系嚟自唔同嘅途径嘅，唔同嘅呢个途径接收嘅，一封咧就系嚟自我哋充满感情嘅电子邮箱。咁另外一封呢比较简单版呢就係嚟自呢我哋嘅呢个一些事一些情嘅微信嘅呢、這个订阅号。係。咁行嗰条 link 嘅。咁呢就两封呢我睇埋一齐我交叉埋一齐睇呢我好似呢就更加明白啦。即係两封有一有关系㗎。我觉得係同一个人发嘅。啊我觉得係同一个人发嘅。咁点解佢唔发同一个内容呢
一個係簡單啲，一個複雜啲咧？係咯，咁可能佢有一封咧就寫得佢覺得，誒、可能寫得比較長，會唔會將個故事更加濃縮咧？有機會俾我讀出咧咁啊？係啦，咁我咧就讀呢、這個比較詳細嘅版本啦。O、okay. K， 嗯嗯哼，係咁啊。呢、這個 friend 話而家節目咩時候可以聽？你而家咪聽緊咯。啊，咁啊，仙女姐姐啊，周一周三晚九點半我哋直播，星期六日咧我哋電台有昇華版。嗯，係啦，冇錯啊。好，俾十秒我咳一咳。好，咁啊，尊敬嘅靚仔哥哥，有件事咧，我唔知道點樣釋懷。我同一個女我同我女朋友啊拍拖兩年三個月啦。我哋咧都見過雙方父母㗎啦，而且咧有結婚嘅打算添，係、嘛？但係咧，我係有啲車貸同埋外債㗎。我同我女朋友咧亦相當於異地啦，因為咧我哋隔住30公里咁啊。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大概半個月咧先至見面一次，係嘛？我女朋友咧，其實對我哋嘅呢個距離咧，仲有啲介意嘅，咁樣嚇。30公里，係啦，30公里咁啊。咁啊，其實30公里唔係好遠啦，係咪先？啊一個鐘以內一定到到。係啊，係咪先？30公里，喂你求其啦，你天河區去到呢、這個。黃埔區或者天河區去到增城區都怕唔止啦，都唔好話南沙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啊，但即係對於距離嘅呢個距離嘅呢、這個遠近咧，其實每個人嘅感覺係唔一樣嘅、啊。會唔會係特別喺熱戀中嘅男女咧？係會覺得哇，真係好遠好遠。咁啊呢、這個 friend 哇，即刻咧可以計到喎，中樂潭到天河都30公里啦。係咯，OK OK 啊，繼續啊，距離咧唔係呢封 email 嘅焦點啊，咁樣我女朋友咧對這個呢個距離仲有啲介意嘅。喺去年嘅12月18日咧，就佢陽咗啊！我雖然咧冇過去照顧佢，但一直咧都係嘘寒問暖嘅咁啊。咁啊，到22日咧，佢陽康翻工啦，咁啊。咁啊，23日咧，佢同我講話，佢約咗同事睇電影，期間咧回消息一直咧都九唔搭八咁啊。咁嚟睇電影，大佬你點回你啊？係咪先？係咯，啊，比著我唔回添啦，係咪？咁樣。当晚咧，我阳性发烧啊，但系咧我冇太在意吓。24日白天咧，我比较难受啊，而且咧感觉佢对我比较冷淡吓、我喺度等紧佢讲一两句咧问候嘅说话啊，但系都等唔到咁啊。25日咧，我仲发紧烧啊，同样都系期待佢啊有两声问候啦吓、结果仲系冇咁啊。咁跟住咧，我就有啲唔开心啦。我就話咗佢兩句，係咪啊？即係我咁啦，你都唔慰問啊？唉，冇錯啦，冇錯啦。咁啊，咁咧，誒，佢就借啲耳啊，就話我又欠債啦，又冇計劃未來啦，咁啊，同我咧就開始吵啦，要求分手啊。26日啊，嗰晚咧我諗通咗啦，我向佢道歉，結果咧佢仲係一樣咁堅持佢嘅態度，堅決咧要同我分手。一啲咧都好似咧冇挽回嘅呢個餘地咁啊！我話不如我哋見面傾下嚇，或者係咯，打電話，佢都唔同意啊！哎呀，當時我梗係比較嬲啦嚇，隨即啊就將我哋兩個嘅情侶頭像都換咗啊咁啊！哎呀，咁咯，即係佢係本身嬲嘅，即係傾過之後，你仲係咁樣樣，係更加嬲啦。係啦，就喺微信度咁講噶嘛，但係咧打電話都唔肯啊，因為30日咧係我生日咁啊，原定咧29日咧我過去揾佢嘅，一齊咧慶祝30日嘅生日嘅，咁啊29日晚一齊慶祝啦。所以咧我冇話俾我我咧就冇話佢知我去揾佢，我帶咗咧治療咳嗽嘅水果啦，同埋補翻之前嘅聖誕禮物咧。就去揾佢啦，咁啊，生日啊嘛，治療咳嗽嘅水果系咩？你知唔知啊？橙，仲有咧？啊，仲有咩？咪橙咩？羅漢果可以嘅咩？羅漢果唔係醫咳嘅咩？哦，啊，但係咪水果咧？羅漢果？
唔係啊！真係喂，好似見親係乾嘅喎，乾嘅係啊，係啊。咁但係佢未乾嗰時，應該都係有水分㗎。有可以食㗎嘛？係係啊，所以咪水果咯嚇。OK 啊，佛手柑哦，因為咩啊？琵琶哇，係喎，係喎，咩紫咳露咩琵琶啊？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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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琵琶，因為咩啊？雪梨、無花果又係喎，係哇得喎。系咯，啊得，喂，琵琶居多喎，系啊，琵琶啊，系啊，好啦，唔好估啦，唔好估啦吓，啊，都唔重要，呢个唔系焦点吓，咁样啊，跟住咧，我去揾佢啦吓，我去到佢屋企楼下就嗌佢落嚟，佢话打死都唔肯落楼，哎呀，夹上去，系啦，夹硬咧就啊唔理我喺佢屋企楼下咧吹冷风啊，咁啊，到后来啊，因为佢要翻工啦，咁啊。先至落樓咧，見咗一下咁啊，因為咧佢翻夜更啊，個女仔，喂個女仔咧，如果翻夜晚嘅話咧，其實你兩個嗰晚都幾難慶祝喎嚇。係啦，唔係佢可能都冇諗住同佢好長時間嘅慶祝，係啦，喺車度依泣下就算啦，係嘛？阿志啊，动作大唔大？所以琴晚阿志啊，冇开车，喺的士度都可以。冇开车，冇开车，冇开车。对方有冇啊？冇。啊，你咁就喺草地。阿志你都系得过你，真系讲翻风喵，中意露营啊呢一排。啊，得我字啊 ！OK， 咁啊，因为佢要翻工，先至落楼见咗下，咁啊，期间咧，啊，然后咧，期间一直都唔理我，直到咧去到佢部车度，佢都唔同我讲嘢，一直好排斥我，然后咧一脚油门咧就直接走咗啦，系、哎、啊。因為30号咧係我生日，我諗咧啊，我想再次咧試試挽留佢啦嚇。係咯，啊我咧就喺個單位嘅停車場啊，等咗佢成晚。嗯，嗰日咧好凍啊，我又啱啱陽康喎嚇。佢咧朝頭早落班，落到嚟啊，見我部車仲喺度，係啊，直接唔理我就自己揸車走咗啦咁啊。哦，我見到佢啊開車啦，我即刻咧就走到個車嘅旁邊啦嚇。嗯，咁啊佢叫我攔啊。喂，即係個女生係擺明嘅男，等咗佢一晚。係啊，即係啊，知一啲感動都冇。係，哎呀，係哇喂，其實咧，我覺得我哋呢個 friend 咧，其實即係。坦白讲呢件事呢喺楼下呢等女朋友等一晚呢我相信喺拍拖嘅呢个阶段啊係做得出好係啦好多男嘅係做得出㗎好多男嘅做得出嘅係囉係啦但呢问题呢就係话其实如果即係我而家做咗老豆啊我而家呢再睇呢啲嘅邮件嘅时候呢我好有代入感啊点我代入感喺边个位呢就係话喂如果我嘅仔呢以后喺咁样嘅情况下。等一晚係话。啱病完吓咁喺楼下等个女仔等一晚。你唔会闹佢系咪傻啊係啊你真系会闹佢。我绝对会闹佢啦系咪先。当然佢唔会话你知啦。係。即係万一俾。万一俾你知道啦。万即係万一俾你知呢父母好心痛。梗系闹佢啦系咪先。係啊因为傻啊。係啊父母一定好心痛嘅。係。唉，真系啊！唉，唔系，但系咧，即系其实男嘅真系痴情啊！唔系，有时咧，我觉得即系特别即系热恋中嘅人咧，即系面临分手，佢希望用呢啲行为咧，俾对方咧感动佢，见系啦，感动对方，见到自己嘅坚持，同埋咧有机会感动对方，系咯，系咯，系咯。但系呢个女叫攣喎，系啊，佢叫我攣，问我点解唔翻屋企。我话今日系我生日啊，想同佢好好倾下复合。嗯，佢好抗拒我，就系唔愿意，仲闹我变态啦、有病啦、弱智啦咁啊。哎呀，跟住咧就趯咗我落车，赶咗我落车咁啊。嗯，我已经坐上车噶啦，都几劲。哦，系啊，系啊，梗系 lock 咗佢啦，系咪先？系锁埋门。啊，赶咗我落车，
冇辦法啦，我只好離開。後來咧，我發信息俾佢，佢都唔理我，堅定咁樣要同我分手。咁睇嚟分硬。係啦，叫我唔好再揾佢啦，咁樣嚇。嗯 ，OK 啦。啊，啲 friend 都話：，唉，冇機會㗎啦。嗯 ，OK。直接舔狗啦，咁啊。嗯。唉，咁啊，係咯，咁啊，好多 friend 都話分啦，感動自己而已啫，咁啊。係。呢個 friend 話努力揾錢啦，咁樣啊。嗯哼。呢個 friend 話：，唉，天涯何處無芳草呢？係啊。系咯，系咪先？系啊，真系天涯何处无芳，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啊！就系咯，系啦，千祈唔好一叶障目啊，系咪先？冇错啦，咁啊分啦，感动自己冇用噶。啊，呢个 friend 话放手，放开所有咁啊，歌仔唱话啊，呢个 friend 话夜啦，早唞啦，咁啊，系咁啊，小白想买红酒啊，买几号链接啊？咁啊，几号链接啊？咁我个人咧就如果系你小白嘅话咧，我个人推荐咧七号链。接嘅，即系智利小羽毛嘅呢个葡萄酒啦，咁啊，再加上呢、這个西班牙嘅赢家，咁啊，系啦，呢个咧就如果对于小白嚟讲，我系有呢个推荐。系啦，咁啊可以行呢条路先吓。系啦，冇错啦，咁啊，一些事，一些情，广告时间。一年一度一块过年火热进行当中，一蚊计可以当几千蚊使啊！一年嘅装备一次过买齐晒，买衫裤鞋袜，买靓酒美食，买生活用品，买健康产品，买送礼佳品，通通一蚊搞掂。全年最最最最最最抵，错过就要等多一年噶啦！即刻上官网一块过年啦 ！OK， 咁啊喺呢封短嘅 email 里面咧。咁咧，佢又交代咗好多呢封长嘅 email 里边咧冇嘅内容喎。哦，系啦，即系其实系一个补充，系一个补充嚟嘅，系有 background 噶，咁样吓。嗯，咁样，佢话咧，佢姐夫啊，即系呢个女仔啊，家姐嘅老公啦，吓。嗯，都唔使解释啦。唔系呢个 friend 话，唉，我都后生过啦，而家谂起嗰。即係嗰陣啊，真係樣衰咯！即係嗰陣嗰種痴情係嘛？係啊，係啊，係啊，嚇咁啊！啊呢個 friend 都話做人最傻就係自己感動自己啊！咁啊，嗯，好啦，好啦嚇。咁咧，佢呢封 email 裏邊作咗呢一啲背景嘅補充㗎。佢話咧呢個女仔嘅姐夫咧就非常之有錢咁啊，咁啊俾咗佢家姐咧好好嘅物質條件。咁作為阿妹咧，佢係幾羨慕噶。平時佢家姐咧，都會同佢灌輸，喂，仲後生啊，又靚啊嚇，值得更好嘅咁啊。咁如果我係俾唔到佢想要嘅咧，就叫我唔好耽誤佢咁樣。哦、原來是這樣的啊。係冇錯啦，咁啊，好啦，咁啊。所以咧，就佢哋呢個女仔咧咁決絕要分手之後咧，咁啊個男仔咧可能都諗咗，係咪呢一點咧物質條件上邊滿足唔到佢咧，咁啊，就跟住咧翻屋企同屋企人傾啦，要屋企人咧俾間屋我，同埋咧俾結婚嘅錢。吓、啊，即系心谂我已经有一个目标啦，我要硬件要准备，系啦，咁啊，女啊，父母啦，咁啊，咪当然佢个前提觉得父母系有噶吓，系嗱，我觉得就算佢父母有，哦，啊，佢父母有，即系佢父母有呢啲硬件啊，系啊，就算个爸爸妈妈有，系，喂，其实点解一定要俾你啫？系咪先？系咪啊？哇！你仲要以呢、這個喂女朋友啊，嫌我冇錢，跟住嗱唔該結婚錢同屋我都要咁啊？問爹哋媽咪兩，哇！如果我個仔係咁樣，係咪先？你點啊？你點啊？你唔通唔俾咩？我有先得噶，阿志，咪即係啊！你個人啊，即係你諗下，2020年咁窮係咪先？唉，即係好啦好啦，揾個錢刮沙都冇啊！好啦，唉，大家嗱聲啊，睇直播嘅時間咧，記得要多多買我哋產品啊，多多支持啊，唔好齋聽啊！咁啊，當然齋聽都歡迎啊，但係咧就邊聽邊買咧就更加好啦嚇。窮爸爸阿志呢個名你嗌噶。唉，真系算啦。呢个 friend 话有 Hugo 有嘅，啊层楼咪喺阿志手上咯，咁系咯。我仔掠我掠你啊！嗱，唔系，其实唔系，即系当然啦，即系有冇另计吓。嗯，即系喺外人觉得咧，系唔 OK 嘅。但我系心谂，如果你系嗰个当事人嘅爸爸妈妈，嗯，
喂，真係好難講噶喎。係，你會撐自己嘅仔喎，係咪先？我就唔會盲目咁樣撐嘅。啊，點咧？嗱，以我嗱，所以咧，無論係做我新抱好，做我女婿好，或者係好幸福嘅。啊，我要聽一聽你說。嗱，基本上呢、這個世界咧，冇一個老爺，冇一個外父咧，係咁了解感情呢件事嘅。O.K. 啱唔啱？系啱唔啱？系系系咪啊 ？O.K. 系咁啊！当我面对住咁多感情嘅故事，见过咁多人间嘅悲欢离合之后，系吓咁啊！如果真系可以咧，被我承认嘅，咁啊，绝对好幸福啦，系咪先？通情达理系嘛？系除咗冇乜钱之外啊，呢个老爷呢个外父咧，就真系哇，真系冇得顶，就完美啦！但问题，喂，今时今日系咪先？嗯，唔好讲你个女，我就讲你个仔，系系啦，你嘅未来新抱，系、喂，未来新抱有呢啲要求，其实真系唔过分喎，啱啱先？系唔过分？嗱嗱，我同你讲，系咪先？如果对方话，喂，我哋结婚有间自己屋啊，系咯，啊有安全感啊，咁我咪我间屋俾佢咯，我同老婆住老人院咯，咁系咪先？系嘛，都冇计噶啦，系咪先啦？但问题啊，你讲，佢而家阿妹系希望同家姐睇齐、嗯，喂，咁呢样嘢就。好难搞得掂噶啦，唔系一间屋嘅问题啦嘛，字系咪先？系嘛？杨啊，系咪先？系，系咪先？啊，咁你点啊？你点搞啊？系咪先？你要同个非常有钱嘅人睇齐，你嘅生活水准系啦，啱唔啱啊？唔系，即系你即系力所能及，系为一个仔，为一个女，系冇计啦，鬼要你啊！你系佢老豆系咪先？冇错啦，咁但系力所不能及嘅话，系啊，点？点办？我点照顾你一世啫，系咪先？所以呢下嘢其实真系力所不能及，系、咯。我就算俾咗都冇用嘅，系啊，啊俾咗系杯水车薪，系啊，系咪先？于事无补，系冇错啦，系咪啊？阿志啱唔啱啊？咁啊系，好继续啦。诶，抖音有999个人，可唔可以过1000啊？三位数同四位数，系冇错。我呢边啊，如果男主自己嘅经济能力、日常开支都支配唔到嘅话，系。咁其实真係好难囉。係冇错啦。咁啊好，咁啊同屋企人傾好咗，俾间屋俾我同埋结婚钱，咁啊有住呢啲呢有渣拿啦。係囉。係咁啊，咁呢我去搵佢面谈。咁啊哦，所以即係手上揸住渣拿嘅话就唔同啲。冇错啦。原来呢佢即係去停车场呢等一晚之前喺屋企呢係做咗呢啲功课嘅。即係问咗父母攞完之后呢先至去搵佢嘅。嗱而家我都唔系冇屋嘅人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唔系话即係佢心入面呢係有底嘅。係。係冇错啦。咁有底气先同人倾嘅。係囉係囉。啊俾人赶扯咗。对方仲系唔理佢。唉，咁啊，惨啦，咁啊，分手一周之后啊，我从佢闺蜜口中咧知道咗一件事，咁啊，佢哋闺蜜咧有一次约会，啊，即系12月10日左右啦，即系上个月10日啦，吓，啊，时候咧佢哋去玩，咁啊，当然去夜场饮酒啦，吓，当时咧我女朋友咧就带咗个男嘅出嚟，咁啊，女朋友带个男的。唉，当时佢女朋友即係佢未阳之前啦，佢18日阳㗎嘛，12月10日嗰晚出去玩嘅时候呢，佢呢就带咗个男嘅出嚟，佢闺蜜都唔知呢个男嘅係边个，咁啊咁啊问我女朋友啦，咁啊我女朋友呢就喺车友群里边认识嘅，咁啊哇果然唔知钟鸿飞同埋阿袁启聪咁鍾意蒲呢啲群，自己仲組織埋吓。係啦係啦。哇。即係佢哋其实唔係鍾意車嘅。唔一定咁啊。啊你嘅人嚟。嗱唔係我意思係佢哋佢哋唔一定鍾意車。即係車真係好歧視一樣嘢。係啊。关键係組織車友群。係啊係啊。試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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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啦明啦明啦。明白啦。終於明白啦。係啊呢個比較好好好简单咋嘛，车友群肯定鍾意开车㗎啦，係咪先？係喎、啊。啊係喎係喎。揽埋都开车。係啊，呢、這个 friend 话自从呢发咗嗰张相之后呢，而家 mini 嘅车友群全部都系男嘅。之前呢咪有人喺网上面发张相 ,mini 嘅车友全部都女仔而且系靓女㗎嘛。係啊係啊係啊。
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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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啦。哦。OK。呢个 friend 话，不如你哋又搞个车友群啦，可以喎、啊，可以喎、啊，绝对可以喎、啊。系啊，我哋原先系觉得唔一定可以嘅，而家一定可以啦，一定可以嘅，明晒啦，大家都。而且咧，我哋嘅我哋嘅点咧系同佢哋唔同嘅。哦。我哋系搞我哋之前咪谂住搞露营嘅。系。啊，跟住咧最近咧收到个好消息，就系话咧就有一个喺番禺开营地嘅老板。咁啊，原來係我哋嘅 friend 嚟嘅。哦，咁啊，願意咧就係提供場地咧，俾我哋一些事一些情咧，搞呢、這個呢、這個露營嘅活動，露營嘅車友嘅露營活動。啊，咁、我哋係嘛有呢啲支持，係啊，更加得天獨厚啦，係咪先？係啊，冇錯啦。咁我既然我哋一些事一些情，我哋都有呢個汽車嘅露營產品啦，係咪先嚇？係。咁啊，當然咧，年後咧即刻安排。嗯，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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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系啦，哇，哦咁样样，得喎得喎得喎吓，系咁啊，继续啦继续啦，咁啊，咁咧就讲翻佢闺蜜，哇呢、這个闺蜜咧，喂系咪对我哋嘅男生有意思啫吓？即系通常咧，作为女朋友闺蜜咧，明明知道都系企喺女朋友嗰边噶系嘛？系啊，而家咧，哇全部咧帮呢个男仔唔單止唔幫自己嘅閨蜜啊，而且咧同呢個男朋友爆料喎。係啊，男朋友問乜都講曬嚇。係喎係喎嚇。OK OK， 繼續啊。咁咧我女朋友咧就話嗰個男生咧喺車友群裏面認識嘅。後來咧佢哋一直喺度劈酒啊。嗰、那個男人咧都知我女朋友咧係有 boyfriend 嘅嚇，但咧都一路攬住佢，並且咧一路喺度錫錫錫錫嚇，而我女朋友咧並冇拒絕喎，啊當住男朋友個面，唔係當住啲閨蜜面啊，啊即係嗰晚，哎呀你係咪飲多啫你咁啊嗱。佢件事喺閨蜜話俾佢聽，12月10日晚咧，我哋啲閨蜜咧就一齊去玩，咁、你女朋友咧就帶咗個男嘅嚟、哦，車友群識嘅，嗰、那個男嘅問佢喺邊度識嘅，佢話車友群識嘅，而且個男嘅咧好明顯都知道你女朋友係有男朋友嘅，但係成晚咧佢哋一路劈酒咧，又攬住，而且喺度錫錫錫錫，攬攬錫錫，好親暱，冇錯啦，咁啊，哇，飲到咁上下啦，咁啊，我女朋友呢喂，而家你仲叫我女朋友啊？系嘛？啊，唔系佢系咁样主观认为嘅，冇错冇错冇错。咁啊，然之后咧饮到咁上下咧，我女朋友咧就同嗰个男嘅咧就去咗厕所、哦，咁啊喺厕所门口咧就揽揽石石咁啊，跟住咧佢闺蜜咧就见唔系路啦，就带咗佢翻嚟咁啊，咁、啊，然之后咧冇几耐。佢又同嗰個男嘅咧去咗廁所喎，咁啊，然之後咧嗰個男嘅咧就同佢入咗一個廁卡，卡就鎖咗門。哇！即係閨蜜咩都講曬俾佢，咩都講曬喎。好明顯呢個閨蜜係對我哋呢個男主係嚇、有啲意思啊！肯定有意思啦，係咪先？肯定有意思啦，係咪？係咯。哇！咩都講曬，係啊，仲咩好講啦？係啊，咁啊入咗去一個刺客度鎖咗門咁樣啊。嗯，話喺入邊咧，唔知道做咗啲乜嘢啊。總之咧，好耐先至打翻開個門咁樣嚇、啊。嗯，啊，好耐先出嚟啦，反正啊。嗯，係。咁所有人都喂，通常咧，喂，所有人都向嗰方面諗啦，係咪先？係係係，係嘛？係嗰方面即係咩啊？啊你个，梗系维修厕所啦，系啦、啊，可能系嗰个厕所嗰个咩冲水啊都坏咗，系咧咩，梗系通紧马桶啦、啊，塞咗啊嘛，唉冇错，去过一次唔得，系咪先？系要系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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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啲梗系整水喉啦，唔使讲咧，唉冇错，又啱喎，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嗯，哇！呢份、可能驚佢跌親咧，佢飲多咗啊，係啊，扶住啊嘛，扶住啊嘛，又係嘅，又係嘅，又係、啊。大家諗嘢唔好諗埋一邊，係咪先？係咯、啊，係咯、啊。嗯，呢、這個 friend 話真係㗎，有時通渠兩個人先夠力㗎。咩咩仲喺講啊？今日玩大話式啦！哦，好啦好啦，大話式大話式。呢個 friend 話便秘啊，睇得好耐。哦，真係。
好啦，咁咧就啊，听完呢件事啊、嗯，我就回想翻啦吓，23号嗰晚咧啊。我女朋友咧睇完電影翻嚟，態度咧就開始咧轉變啦，令我非常之冷淡啦、嗯。我估計咧嗰晚啊睇完電影應該去咗開房啦，咁啊。哎呀，而家個問題咧就係佢成日咧就捉住我嘅錯處，要同我分手。嗯，唉，我而家真係實在冇辦法釋懷，我太愛佢啦，都打算結婚啦，我應該點算咧？咁樣啊？嗯哼，係啊。而且呢啊汇报下近排嘅呢个情况。啊点点。近排嘅情况呢就是我而家感觉佢都肯同我倾偈嘅。啊应该呢係将我当成备胎。啊即係个女仔呢虽然话嗌分手但呢都系有交流嘅仲系。我遇到佢呢个实打实嘅吓，佢遇到呢个实打实嘅，应该咧就系一个渣男嚟噶啦，即系佢嗰个男人肯定系渣男嚟噶吓。系啊，我喺度谂下，咁渣男嚟讲咧，肯定就玩唔耐噶啦吓。咁我如果女朋友即系俾个渣男玩得一段时间吓，个渣男应该飞佢啦，系咪先吓？嗯。咁如果飞咗佢之后咧，佢俾对方渣完翻嚟。啊，还是觉得我最好？系啊，咁我仲要唔要选择佢呢啊，即系我哋个 friend 而家有啲喺度，即系喺度作一个等待。系啊，好明显嗰个男肯定系渣男。系渣男咧，肯定系唔会系咁长情啦、啊。玩就算啦，系咪先？系啊，系咯、啊。渣男通常玩几耐啊？知要问渣男先知，即系比如嗰啲车友群嗰啲啦，边个仔袁启聪，佢哋车友群啲会知嘅，系咯，即系意思系我唔理，我喺度等紧你，系我等佢，系啦，嗯，我用我横掂个渣男玩段时间就唔玩噶啦，系啊，跟住我用我爱去系咯感化你，系啊，我一直喺度等佢，而且个女仔咧。都冇话同佢咧完全撇脱得一干二净，系啊系啊系啊，冇话、啊、一刀两断。即系意思啊，你唔好讲，你比较之后就知道我系几好、嗯、啊，而且甘心做备胎，唔系备唔备胎唔紧要，佢意思就系话，嗯哼，我一定好过优秀嗰个渣男，嗯，你最后始终会选择我，系、嗯、啊，即系佢系咁样谂啊，哇，系喎，得喎，系喎，即系呢方面佢有自信噶，嗯哼，嗯哼。OK， 咁啊，佢到嗰时我应唔应该选择原谅佢呢？吓，或者呢 Hugo 阿芝啊，同埋各位 friend 有冇咩好嘅建议呢？吓，求求你哋啊，帮帮我啊！我而家咧食唔落啊，瞓唔着啊，日日咧就系谂住呢件事。唔系，我觉得佢系咁谂嘅，佢咧、嗯、即系企喺我哋写 mail 嚟嘅 friend 觉得系，佢输俾唔紧要啊，系，佢可以输俾一个渣男系咪先？要输俾个渣男，佢觉得。嗯，好即系好心入面唔忿气。喂，输俾渣男系正常噶、哦，系咪先？系咪先？唔系佢，我觉得我哋嘅 friend 咧，而家嘅其实咧，佢而家嘅谂法咧，就我情愿呢个系渣男。嗯，我十分之希望呢个系渣男。系，因为渣男咧就唔会长情，咁啊迟早咧飞咗佢咧，佢都会翻嚟我身边。哎，咁如果對方係好男仔，就弊家伙啦，咁握手佢兩個會行到結婚啊！係啊，咁啊揸完之後咧，佢、嗯、辨識清楚之後，先知道係我係好嘅。嗯啊嚇，呢個 friend 啊都咁啦，仲想等佢回頭？嗱，呢個仲有啲 friend 話即刻去追閨蜜。嗯哼。扳回一局，我覺得啊，唔使追添啊，唉，係啊，喂，即係閨蜜，即係咩同佢講？係啊，係啊，閨蜜會唔會係嗰個女主同佢講，叫我哋寫咩嚟嘅男生死心咧？哇，嗱，我同你講，係，我同你講，即係女仔咧同男仔分手啦嚇，做到點都得，但係咧出到呢個咧出此下策咧、嗯，我覺得就可能性好低，好低係嘛？好低啦、啊啊！哇，喺入埋廁所隔都講埋唔係啊嘛，即係呢個女仔要幾冇道德底線先可以諗得出呢招啊？字啲 friend 話閨蜜其實真係幾好嘅，嗯 ，OK， 呢個真係試過啦。呢個 friend 話女朋友嘅閨蜜仲好啦，換人啦。呢、這個 friend 話支持追。闺蜜咁啊，你俾阿咩都冇讲，我要加入车友。唉，咁啊，呢个 friend 话，莫非呢啲系后遗症？杨康后遗症？喂，呢个 friend 咁讲，佢话我前任咧就系同渣男结婚噶，嗯，而家过得咧，
覺得好慘，不過與我無關，嗯、哈哈哈！啊，呢、這個 friend 話：哇，喺陽完之後，真係連腦都冇埋啊！咁啊，係咁啊，呢、這個 friend 話對方婚後可能會出軌嘅喎。嗱、啊，你咁樣啦，話呢、這個 friend 嗱、啊，即係就算你等到佢，嗯啊，而且佢肯同你結埋婚添啦，啱唔啱啊？嗯，咁跟住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啊，婚後出軌，你可唔可以忍受得到咧？咁樣啊？喂！呢、這個 friend 意見都有啲雷同，佢話唔係咁講噶，冇呢個渣男咧，仲會有第二個噶，係你永遠都係最後嘅選擇，係我咁樣提醒佢，你唔好以為過咗呢個渣男你要等到喎，嗯，仲有第二個渣男噶嘛，呢、這個世界唔所以唔缺嘅就係渣男，係嘛？佢話係啊，你唔好以為得一個啫喎。啊又啱喎！嗱，其實咧，我係咁樣睇嘅。啊點咧？我係咁樣睇嘅、啊。如果我哋嘅 friend 咧真係咁愛一個人，嗯，愛到咁義無反顧，嗯，愛到咁擺低自尊，我就係等你。係 啊， 啊，其實我都係鼓勵佢嘅。點解咧？嚇、啊，唔係你鼓勵佢還鼓勵佢，佢會唔會真係最尾係得唔到咧？嗱、啊，我覺得你就算結咗婚，對方就擺明俾綠帽你戴，你都依然咁愛佢嘅。呢种爱真系好伟大噶，阿志，系咪先？虽然你话我哋可以话佢盲目啊，可以话佢傻啊，可以话佢如何如何，系咪先？但系呢种咁伟大嘅爱，其实你唔觉得应该值得支持嘅咩？爱到咁样噶、啊，真系海枯石烂、啊。喂，其实我咧应该你应该支持嘅。是呢个女生啦喂有个人咁爱你喎、啊。是啊你真的可以随便玩喎、啊。是啊是啊。即是他始终等緊你喎、啊。是啊。至少还有他喎、啊。是啊。啊至少有人兜底喎、啊。是啊。我觉得 OK 的其实。咁样我爱大家点解唔接受呢我真係好唔理解啦。乜、啊、女系接受。咩叫个男嘅接受唔系啊即係我话。即系睇緊我哋直播嘅 friend 啊，即系作为一个局外人系咪、嗯、啊？第三者觉得系、嗯、啊？点解大家唔接受呢种咁伟大嘅爱呢系咪先？系啱唔啱啊？啱唔啱啊？系咪先？嗯，大家睇变形金刚系咪先啊？哇，嗰啲汽车人啊，等咗几万年、几十万年系咪先啊？喂，大家都可以接受系咪先？点解个男嘅咁样死心塌地我爱一个女嘅，大家觉得不可以接受咧？唔系，大家觉得啱啱我比较，我自己都觉得有啲无厘头。唔系，大家觉得可唔可以接受另计？嗯，啲 friend 啊，关键系值唔值得？喂，值唔值得？其实唔系由我哋判断嘅喎。当然系啦。系啊，系要当事人啊。系啦，每个人即系对于一件事情，佢判断值唔值得咧，系由佢自己嚟判断噶嘛？啱唔啱啊？唉，系咪？即系边啊？喂，到底系人性嘅扭曲咧，定系道德嘅沦丧？喂，呢个 friend 话系咪支持另计？但呢个可能有少少变，唔系叫变态，系病态、啊。嗯，哦，系。喂，爱一个人，其实可以咁死心塌地。咁唔通唔係真爱咩点解你我哋爱得冇人哋心我哋就话人哋係病态啫啊哈啱唔啱呢个 friend 唔好讲咁多啦係我就想做嗰个女嘅咁、嗯、喂至少有人等緊我呢个又系嘅可以玩下厕所卡唔係有人等佢啫嗯哇係得喎呢个 friend 呢个唔叫爱啦呢个叫自虐，嗯，啊，弱自虐啊，叫做自虐啊，系啊，系啊，佢话爱系平等噶，系，即系唔应该咁样无条件咁付出，系，哦，啊，廿三啊，系阿志饮大咗，定系 Hugo 饮大咗啊？嗱嗱嗱，你睇下你，睇下你啊，系咁啊，啊咁，喂，呢个 friend 角度系咁样，佢话男嘅咧呢种无自尊嘅爱咧。嗯，女生系睇唔起嘅。嗯，一定啦，系啊，冇人睇得起佢。喂，唔系，佢可能就算当事人嗰个女生都睇佢唔起啊。虽然你爱我，但系你冇自尊。系啊，呢个世界系啊，冇人睇得起佢、啊，又如何呢又如何咧？唔系，你企喺个当事人角度睇唔睇另计啊？吓，咁要结果啊嘛，关嗱、啊，
我同你舉兩個例子 ，OK， 一個真嘅一個，即係一個都唔夠，一個真嘅一個假嘅。Okay. 我先講假嗰個先啦嚇。嗯嗯嗯。嗱，呢、這個就呢段愛情咧就出現喺《鹿鼎記》入邊嘅。嚇、啊，係啦，咁啊，咁咧有一個百姓都王，唔知叫胡咩啦，胡定欣咁啊嚇。咁、咧就係、佢當時咧就好功夫好勁啊嘛，叫百姓都王。佢一直係暗戀呢個陳圓圓嘅，嗯，係咪先？嗯啊嚇，一直佢哇喺隱姓埋名，就喺呢個陳圓圓屋企附近做一個農夫，嗯啊，跟住咧就係為咗即係可以睇到陳圓圓，睇佢一眼都好開心啦。所以佢當時咧對韋小寶咧好感恩戴德嘅位喺邊度咧？就係佢可以咧完整咁樣聽陳圓圓彈奏一曲咧《圓圓曲》。嗯、哇！所以佢覺得咧，啊，如果冇偉大人咧，啊，韋小寶啦，佢、可能就冇呢個機會啦，呢一世可能都冇呢個機會啦、啊。因為陳圓圓交代佢自己歷史嘅時候咧，係唱咗嗰首呢個千古絕唱《圓圓曲》噶嘛，係咪先？百姓都王叫咩啊？真係肯定係咪胡定欣嘅、不過就有啲似啊。呢位 friend， 喂，其實都真係有咁嘅人嘅，比如講《天龍八部》入邊嘅游坦之係。系嘛？系系咯系咯。嗱嗱，诶嗱，我未讲啊 ，JY 已经知道我讲第二个例子系边个啦，就系、金岳霖教授。哦，金岳霖你知唔知边个？哦，佢百姓都系胡日之。啊，胡日之冇错冇错冇错，胡日之系系系咁啊。金岳霖系金岳霖系边个？你知唔知啊？我嗱，你民国时期系咪先？系嗱，系嘛？系佢暗恋边个啊？成世。哎呀，啊梁思成嘅老婆。系系系啦系啦。叫咩名？你俾時間，我唔話你知。你繼續講佢，你講阿林徽因，講俾時間係啊，係啦，俾啲時間，俾時間我就知㗎啦。係係係，係啦係啦，係咯，林徽因啊嘛，係咯林徽因啊嘛，係。唉，所以搞錯咗啊，胡定欣啊，咁百姓都林徽因同埋呢個胡日之，係第一個假嘅係小説當中嚟成啊。咁嗱，我同你講咧。文學創作呢啲嘢呢啊源於生活高於生活。咁所以呢我相信呢金庸先生周邊呢都肯定有咁嘅人嘅。即係有咁嘅例子。係你諗下國學大師金岳霖、一生暗戀林徽因。啊林徽因跟住仲要住佢屋企隔離喎。係啊係啊。係啊係呢。咁呢、這個嗱我哋可唔可以話呢種愛好卑微啊係囉。唔可以㗎嘛。唔係。我话俾你听，唔系话唔可以。世人觉得佢好卑微，但佢本人可能觉得一啲都唔卑微。呢啲系内心好强大嘅人先要做得出嘅，系咪先？你稍为弱鸡啲都唔得嘅，系啱唔啱啊？所以咧，嗱，其实我哋呢个 friend 佢到底系咪一个好强大嘅人？我哋唔知噶嘛。或者佢可唔可以成为一个好强大嘅人？嗱，Hugo， 我觉得系，即系你举呢两个例子之后咧。会唔会令到我哋 friend 更加坚定咧？嗱，你嘅人，你嘅人，你嘅人，你谂清楚啦！嗱，我同你讲，嗯，我哋呢个节目，嗯，唔可以咁片面去睇一个问题。Okay, 特別對待愛情，啱係咪先？啱，我哋方方面面都要點到。愛情邊個可以話自己可以睇得十分之獨到同埋準確咧？係咪先？愛情係一種感覺嚟嘅，係係咪先？所以我覺得即係就算我哋嘅 friend 佢好願意痴情咁抌落去啊，佢俾全世界鬧佢傻，佢知道內心強大可以㗎，係咪先？冇話值唔值得個啊？字係咪先？值唔值得只有自己知。嗯哼，嗯，即系咩啊？但系梁思成先生咧，即系好大度咯，心胸好广阔咯。咁、你又唔，你又知道嗰个厕所卡渣男身呢、這个心胸广唔广阔咩？系咯，系咯，冇嘢噶，系咪先？啊，唉，呢个听话真系问世间情为何物啊？嗯，直教人生死相许啊！系啊，系啊，系啊！感情呢样嘢咧，嗯，其实真系冇对错啊！系啊，系啦，即系觉得你愿唔愿意，你愿唔愿意付出，你觉得你嘅付出值唔值得？系，冇错。呢个就系当事人嘅感觉。冇错啦，你而家系咪俾我说服咗咧？其实真系冇啊！嗱你啊口硬啊口硬啊！我俾唔俾你说服其实唔紧要嘅，系
其實我好驚寫咩嚟嘅嗰個男主啊，俾我說服咗。係啦，我就驚呢樣嘢，我驚呢樣嘢，你明唔明？呢樣嘢真係驚啊！係啊，嗱，但係咧喺度咧，我想咧同呢位寫 email 嚟嘅男主講聲，嗱，好似金岳霖咁樣咧就。其實啊，你話係咪千古傳眾呢？我覺得係未去到呢個程度，未，絕對未去到呢個程度啊！咁你話會唔會咧惹人恥笑呢？我相信咧喺佢嗰個年代一定有嘅，一定有人恥笑佢嘅，係啊傻嘅咩你係嘛？係啦，冇錯啦。只不過你話過咗咁多年啦，到咗依家啦，大家睇翻呢段奇情咧，又覺得咧嚇問世間情為何物啫嘅啫，係咪先啊？咁樣感情都有過和咁啊？係啦，係啦。所以啊，其實我就想同我哋嘅 friend 講，啊，你咁樣做咧，其實呢個世界咧係所有人都會覺得你傻嘅。所有人都覺得你傻，或者你某一日自己突然間醒悟翻嘅時候，你都會覺得自己傻，覺得自己傻。係啊，因為我哋唔係金先生啊嘛，係咪先？我哋唔知道佢最後會唔會有呢種感覺啊嘛？佢最後覺得自己傻，都唔一定啊，係咪先？佢都冇同我哋冇話寫出嚟啊，或者同朋友交代啊咁啊，或者朋友就算感覺到啊，咁你知道啦，嗰個年代嘅文人啊，有啲名士之風，可能啲守口如瓶，係咪先？幫佢保住呢個秘密都話唔買，係咪先？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就話一個人咧一生可以做嘅事好多，冇必要做一件傻事，系咪先？系啊。當然堅持，所人對於自己嘅價值觀嚟講，所有堅持咧都冇話對錯嘅，係咪？特別喺感情方面，係冇錯啦。當然，即係意思話咧，我哋即係話從其即係旁觀者嘅角度啊，你覺得啱嘅話，係可能你有堅持嘅理由。嗯，當然你都要諗一諗。既然你捨得喵嚟問所有嘅 friend， 如果你唔需要問，你覺得啱就繼續做啊。如果你覺得寫封喵嚟問所有 friend 嘅話，我相信咧大部分嘅意見咧係叫你放棄嘅。係，CCF 咧就話啦，大多數感情方面嘅糾纏啊，都係因為咧未瞓夠。啊，同埋未砌夠啊！建築佬啊，你啊，砌牆啊，你啊！呢個 friend 話世界上咧有幾多咁樣嘅感情咧？問一問，即係當然係問一問阿 Hugo 所舉嘅例子啊。女主冇林徽因咁優秀，男主都冇，如果都冇咁強大嘅話，放手。系啊，难过一段时间，后面嘅路咧，就会好噶啦。系，冇错啦。阿 Matthew 都话啦 ，Matthew MC 啊，个女主同林徽因冇得比啩，咁样啊。其实可能感情方面系唔可以咁样。系咁啊，情人眼泪出西施。系啊，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自己嘅公主噶嘛，系咪先？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吓。系咁啊，所以咧，我觉得咧就话。我覺得咧，當然啦，如果我呢，即係我教仔，肯定唔會嗌佢咁做啦。人都係自私噶嘛，係咪先？但我哋個 friend 咁樣，有時你真係你要俾佢嗱，我覺得咧，你要俾佢知道咧，自己去到最後會變成點樣啊？嚇啊，係咪先？佢可能先有反省嘅呢、這個。啊！佢先有反省嘅嗰一瞬间，啱唔啱啊？系啦，即系如果你继续坚持，可能会系咁样样。系啊，呢个系极致噶啦。系，如果做唔到咁样样，你点办？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就咁样咯，系咪先？啊，呢个 friend 话多谢收听，我三月份又做爸爸啦。哇，唔使多谢我哋，我哋都冇乜出力嘅，冇咩帮手，系一定恭喜你嘅，都系靠你自身努力噶呢啲嘢。但系恭喜晒，恭喜晒啊！唉，真系啊！好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话放手啊，放开所有，彼此更自由咁啊。跟住落嚟系广告时间，而家只要268蚊就可以获得前途无量新春礼盒两盒，普士尼桃红葡萄酒一支，两套兔年利是封，计落3.5折，超级无敌抵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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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可以参加一块过年活动添，年货周街有得买，点解要嚟 Love Q？ 因为你醒啦！
系，冇错啦。咁啊，大家咧睇紧呢个直播期间咧，都可以点击屏幕下方嘅呢个购物车啦。咁啊，点击呢个购物车嘅话咧，就可以见到咧，我哋今晚咧喺呢个抖音直播里边咧，同大家带嚟嘅好多好多嘅非常之好嘅产品啦。咁啊，我哋今晚咧依然咧有呢个活动嘅，我哋有满减券嘅，满减券咧到今晚12点咧就过期噶啦。满减券咧就系100蚊减20蚊，250蚊咧，250蚊咧就减50蚊嘅，100蚊就减20蚊，250蚊咧就减50蚊嘅，直接減啊！今晚嘅滿減券咧就係到12点咧就失效噶啦，所以大家睇緊呢個直播嘅時候咧就嗱聲嗱聲嗱聲啦，嗱聲落手啦嚇。呢個 friend 話你同一個 friend 佢買咗1987年嘅年份酒，準備咧5月送俾男朋友做生日禮物啊。另外咧佢話希望我同男朋友咧2023咧順利結婚，讀都靚哇！哇咁好女朋友去邊度揾啊？有咁好嘅女朋友係啦，瞓著都笑醒啊！开心开心，恭喜恭喜啊！系咁啊！呢个 friend 话啊，咩例子呢 Hugo 你都可以讲一堆理由啊！唔系，咁我哋呢个方方面面都尽量呢个 friend 话分析得完整啲。系佢话哇，既然有咁伟大嘅爱，咁啊应该去爱地球。爱环保，唔好爱渣女啊！咁咯啊，系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话多谢你嘅支持啊！呢个 friend 咧就小羽毛好好饮啊，手动赞一个。呢个 friend 叫忘了名字，系啊，小羽毛，我哋嚟自智利嘅小羽毛啊，两支，一支咧就系呢个一支咧就个葡萄品种咧就加美拿，另外一支咧就呢个葡萄品种咧就呢个长相思咁啊，两支，哎呀。喺鏡頭前邊啊，送俾大家睇，好好飲，又靚又好睇，而且咧細細支咁啊，187.5毫升咁啊，哇！兩個人咧，一對情侶嘅夫妻咧，夜晚咧就對酒當歌咧，真係人生幾何，人生幾何啊！係啊係啊係啊，今晚買啊，仲可以有呢個套裝嘅選擇嚇，非常之抵，非常之抵噶。係啦，咁啊，所以咧上我哋嘅商城啦，上我哋嘅抖音號咧，小程序咧都可以咧享受到呢個年前嘅優惠。系啊，咁啊，满减券，满100减20，满250减50，咁啊，永远唔俾你做250，咁啊，系呢个 friend 阿 Paul 就问啦，而家落单过年前可唔可以收到货？绝对可以收到货，绝对可以收到货，咁啊，好啦，嗱嗱声落单，嗯，系啦，咁啊，呢个 friend 话有冇2021嘅呢个红酒啊？呢个小羽毛呢个长相思咪2021啦，啊，间间喉，间间喉，咁样吓，好啦，咁啊，唉，今晚又有一封咁嘅 email， 读埋佢啦，好嘛？好，都系男 friend send 过嚟噶。Hello Hugo 阿志啊，首先咧祝愿两位好朋友同埋广大嘅 friend 咧喺2023咧就必定脱单，咁啊 Hugo 除外吓。2023咧收入翻，2023咧就健康平安。最后一句唔押韵嘅你。平安銀行嘅落單翻翻啊，系啦，祝商城咧大賣，咁啊商城大賣要有賴大家嘅支持啊，多謝多謝啊，而家多謝曬，系啦，而家我哋商城一塊過年嘅活動咧都喺度進行緊，如火如荼啊，進行得如火如荼咁啊，系啊，歡迎咧大家嚟呢個出嚟購買，買窮我嚇、啊，好，曾經有人問我啊，而家都咩年代啦，嚇、啊，仲有人聽電台嘅，你真係好歐啊，哦，我對此咧係笑笑不語。嗯，亦有不少人問我係咩原因令到你係咩原因令到你可以堅持聽咁耐嘅？聽到呢個問題，我都會默默咁樣點上一根煙。哎呀，啊、深吸一啖之後，深吸一啖之後咧，緩緩咁樣吐出煙圈，深沉地回答咩原因能夠堅持19年之久，並且咧仲會義無反顧咁樣繼續堅持落去嘅行為，除咗愛之外，你話我知。仲可以有咩原因呢？哇！哇！即係好有畫面感。嗯，嗰、那個畫面真係一個事後煙啊！果然係經歷過事大事嘅人嚇。係啊，係啦、啊。哇！唉，真係啊！咩原因？係啊，得係啦，只有愛嚇。係啊，我愛呢個節目。唔僅限於喜歡，我愛上帝，我愛各位 friend， 我愛節目裏面每一封跌宕起伏、耐人尋味、反思人性嘅 email。作為一個擁有19年資歷、默默無聞嘅 friend， 首先要做乜嘢呢？我好清楚，但真係好抱歉，
此时此刻我咧思绪非常之凌乱，实在编辑唔出咩华丽嘅词句咧嚟赞美两位，甚至连百度复制黏贴呢种敷衍嘅行为咧，亦无法随心。啊，咁咧就让我小付商城订单图片一张，以示咧我对节目嘅支持啦。咁样，唉，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支持，多谢支持啊！系啦，嗯，多谢晒啊，十九年嘅 fan， 系冇错啦，咁啊。好，自我介绍呢我就唔啰嗦啦，咁啊我至于自我介绍我就唔啰嗦啦，之前呢我係 send 过一封 email 嚟係讲宠物嘅问题嘅，咁但今次嘅问题呢唔係关宠物事嘅，而係关于造成我思绪凌乱嘅根源咁样啊。咩事呢？唉，不过说话讲返嚟，能够拥有19年嘅节目分途，我自认为呢处理问题嘅能力呢仲係有㗎。而内心嘅承受力呢都有少少强大。嗯，啊，自我调节能力呢仲马马虎虎㗎嘛。唉，不过呢而家呢就係，父母伤亡啦，身后呢冇依靠嘅我呢实在冇其他树窿可以倾诉啊。哇，真係啊。或者呢呢封 email 呢一经发送，我而家喺内心已经有答案嘅问题呢亦会将一起呢随风飘散，从此啊水泥风心咁啊。我觉得呢飘散系一件好事嚟嘅。但是水泥风心呢就冇必要囉。一定唔需要啦。嗯，既然都飘散咗啦，係咪点解要封心呢？系咯，我哋中国人咧成日都讲心田心田吓，咁，样，其实咧我哋嘅心咧就好似一块田咁样，入边咧可以种出各种嘅啊呢，这个五彩斑斓嘅鲜花啊，系嘛？系啦，系啦，啊，等一个懂爱嘅小蜜蜂嚟采集。系啦，就好似呢个 friend 话斋。突然间好想谈恋爱，嗯，系咯，唉，咁啊，啊，99年出生嘅佢，一个女仔啦，同我咧同为养狗人，哦，怪唔知之前同我哋一齐分享宠物啦，同，啊，我同为养狗人，俾我细一轮嘅生肖，喺我村，喺我哋条村同我相隔几百米租屋一个人住，咁啊。我曾經喺2022年嘅11月27號，即係舊年喎，11月27號，係咯係咯，啊，都好近嘅話，嗯，明示表達我鍾意佢，佢既唔接受，亦唔拒絕，以唔了解為由就婉拒咗，咁啊，只係咧，只俾我嘅答覆係唔反感、唔討厭，同我相處得好舒服，覺得我對佢嘅態度咧同對其他人唔一樣，咁啊，嗯。啊 ，OK 喎，啊，即系有后路啦，吓，啊，冇，直接拒绝，但系好似咧，即刻要佢表态咧，嗯，就表态唔到。啊，呢啲人真系啊，发留言上嚟啊，阿穆嘉伦吓，啊，Hugo 连男人都识氹，呢啲咩措辞啊？呢个开解，呢个开解啊！唉、哎，开解嘅 friend 咩男人都识氹咧，真啊，讲到我净系识氹女仔咁，哎呀，唉，真系，哎呀，完全我自己都逻辑凌乱啊！唉，哎，咁样，嗯，系啦，咁啊，表白咗之后，对方俾一个咁嘅态度佢啊，嗯哼，嗯哼。系咁啊，表白咗俾个态度俾佢，但系咧啊，佢嘅答复还答复，行为啊唔一样吓，点解咧吓？点啊？佢有咩行为啊？佢话咧喺我表白咗话中意佢之后嘅日子咧，佢就会留宿喺我屋企啦，吓，啊，同我瞓同一张床啦，啊，甚至咧喺非公众场合咧。可以揽揽啊，锡锡啊，摸摸啊，啊，甚至乎煲腊味饭都系可以嘅。啊，喂，咁系咪人哋用 body language 用呢种语言嚟回答咗你啊？系你 get 唔到啊？啱唔啱啊？字系咯，嗯，即系 body language 都系一种答案啦，系啊，系啊，唔一定话即系。即係有啲人會喺特別喺感情方面，係啊，佢係會矜持嘅，係 啊， 啊，你愛我，我都愛你，即係唔一定要咁樣講，係 啊， 啊，但係佢嘅身體係啊，好，
嘅行為嚇，好坦白啊嘛，係啊，係咪先？係咯，係咯，係咯。啊，哦，係，即係關係其實已經到咗呢一步啦。係啊，即係男女朋友咯，係咪先？嗯嗯，呢個 friend 話係 PY 關係啊，咁樣。啊，咁我覺得，即係如果我係男主嚟講嚇，啊哈，我係受嘅喎。嗱嗱字系咪先？唔讲大话系咪先？你受唔受啦？系咯啊！嗱，唔系男男主一定受啊？点解咧？首先，你琴晚咪咁咯吓？乜乜叫？不过琴晚唔系我即系分析下男主嘅谂法。嗯，男主，我同对方讲咗，系我中意你，系系咪先？嗯，我唔系话我唔负责，我真系中意你啊嘛。嗯，系嘛？系。咁中意你，你又俾咁嘅態度我，系啊，咁我一定受啦，一定受啦，我覺得，系啊，系咪先？冇得傾喎呢件事。呢、這個 friend 話可以攞證啦，你哋啊，呢個 friend 哇，好多人都係中意呢種所謂嘅曖昧關係喎、啊，係係。呢、這個 friend 話，喂，咩叫甚至乎喺非公眾場合，嗯，唔應該係喺非公眾場合咩？嗯，咩叫甚至乎咧？系由得佢人哋咁样写，系咪先啊？即系啊，屋企前面有两棵树，一棵咩树，一棵咩树咁样啊？人哋咁样写啊，系咪先啊？都叫系飞高咁啊？系咁啊？有时候咧，我出去玩都会叫埋佢，喺屋企咧煮咗好嘢食咧，都会嗌佢一齐嚟。佢亦好願意赴約啊！嗯，若以正常嘅邏輯嚟講，我哋嘅關係咧唔可能會低情侶啩，係咯，係啦。然而咧，佢俾我答覆咧，卻係我並冇覺得我哋係喺埋一齊啦。哇哇哇！嗯，咁即係要探究一下呢個女主嘅諗法喎。係啊，係 啊, 啊，我覺得應該係一直往下探啊。更加深入咁样探讨佢个底线啦、啊，系啊，系咪先？即系知道最终嘅结果啊嘛，系啊，系咯，系啊，你而家急咩啫、哦？嗯，系咯，系咯，系啊，俾啲时间自己，系啊，俾啲时间自己，系啦，系啦，系啦，啊，呢个俾我，其实都几好啊，嗱，唔单止我一讲觉得好咧。唉，真系啊，咁啊，好啦，跟住咧到12月嘅13号，佢阳咗，问我愿唔愿意照顾病人，我二话不说就开住小电动咧接佢过嚟我屋企，系啦，啊，跟住咧自此咧就开始咗持续一周嘅零距离照顾啊，我煲粥啦、煮面啦、煮水饺啦、煮饭啦、煲滚水啦，结果自己阳埋，到处碰壁帮佢搵药啦吓，额头物理降温啦、换衫啦、擦背啦，哇，换衫、擦背、物理降温啊，喂药、煲凉茶啊，冇戴口罩揽住瞓啊，同埋帮助佢照顾狗狗咁样。哦，系、哦、无所不为啦，已经佢哋两个系因为宠物而认识噶嘛，系啊，咁、如果系咁嘅话，即系冇人，如果养咗，可能冇人照顾狗啊嘛，咁所以嚟佢屋企啊，尽晒男朋友嘅责任啦，连人带狗一齐嚟啊，嗯嗯，你系非常物理降温 ，OK 啊，系咁啊，咩非常擦背，嗯，系啊，唔擦前边噶，嗰日啊啊啊啊啊啊。卢艺波先讲，嗰日我同卢艺波食饭，佢话咧佢就佢话佢点解会好得咁快咧？佢话佢有一个家传嘅秘方嘅、就炒落啲油去炒姜，跟住咧将啲姜油啊啲油啊充满晒姜啊嘛，系咪先啊？就滗起身装落个樽度，咁、然之后咧。佢話咧，佢咧就晚晚就佢幫個老婆咧用呢個姜油嚟推背脊，推背脊係跟住咧推背係啦，冇錯啦，推背圖係咁跟住咧佢老婆咧又幫佢推背，又幫翻佢啊！佢話咧好得好快㗎，佢話呢個家傳秘方嚟㗎，咁都話你知啊？
系啊，哇，咁鬼有情趣啊！啊，真系，其实真系发现呢个世界只要充满爱啦吓，系啊，咩嘢病咩嘢都好翻好翻啊，系啊，关键有爱，系啊，佢哋夫妻嘅呢、這个。唔知係保健啦，定係情趣啦？啊，呢、啊、個小妙招。我啦，既保健又情趣啦。係、哎、有情，其實情趣本身係保健嘅一部分，啱唔啱啊？啱，係咪先？係咯，係咯，係。咁樣啊？嗯。啊，咁样啊！哦，嗰个星期嘅密切接触系啦，冇错啦。咁啊，啊，等佢咧，晚晚等佢完全瞓低之后咧，我先至开始咧处理积压咗一日嘅私事。嗯，好啦，佢13号阳咗啦，15号咧佢完全退烧啦，烧咗两日吓，两日啊，但同时咧佢姨妈都嚟咗吓，嗯，系咁啊，2月19号啊，佢系阴咗，同日啊，佢咧就好开心心咁样，精神奕奕咁样。啊，翻咗佢自己间出租屋啦，咁样啊，嗯，咁系啦，咁啊，嗯，即系阴咗之后就走咗啦，咁梗系啦，咁系咪先？咁长期喺你屋企住又唔几好嘅，自己有屋企啊嘛，系咪？佢嗰边有交租系咪先吓？系、嗯、好啦，到咗21号，唉、哎，轮到我啦，咁啊，佢、嗯、又问佢你愿唔愿意照顾一个病人啊？佢又每日微信问我好咗好啲未啊，叫我多饮热水。25号啦，我终于咧唔再烧啦。哇，你都几劲喎，你烧咗4日喎、啊、嗯，啊，25号啊，我终于不再烧啦。啊，开始咧转为喉咙有问题啦，甚至咳血啊。哇，哎、喂，可唔可以睇下？系咁啊，同日中午咧，佢又叫骑手过嚟咧，将遗忘喺我呢度嘅咳特灵咧吓，就拎走咗。啊！佢话要送去俾佢公司嘅男同事，咁啊，咁点解唔留翻俾呢个男主咧？系咁啊，咳到血啦，你都将咳力过走埋，啊，真系，唉，咁啊，可能佢屋企仲有咧，咁啊，28号咧，我终于阴咗啦，但喉咙嘅问题咧仍然持续紧，咁啊，但咧我察觉到咧，我喺佢心目中嘅位置咧，吓，嗯，系咁啊。啊，心目中嘅位置啦，察觉得到啦，啊，自己喺佢心目中嘅位置啦，吓、啊。于是咧，一直到12月31号为止咧，我都刻意咁样喺度疏远佢，咁啊，啊，即系冇咩联络佢啦，吓、嗯。系啦，晚黑咧出去遛狗嘅时候咧，都同佢隔住一段距离，咁样。哦、欸啊，嗯，咁咯。哇，呢、這个 friend 话啊，真系吓、啊。中意多种关系咧，来回切换，咁啊，嗯，哇，啊！哇！你呢、這个 friend 话、啊、喂，咁样同呢、這个吓咩啊？夫妻关系有咩风？有咩分别咧？即系嗰扬紧女主扬紧嗰阵，系咯系咯系咯啊！咁、啊、样啊啊！到1月1号元旦嗰日啦，我买咗杯奶茶，行到佢屋企楼下门禁处咧，咁啱又行出嚟，于是咧我就将奶茶咧放喺佢门口出边嘅鞋架嗰度，影咗张相发俾佢咧，就走咗啦。咁啊，1月4号，我几个同事，我几个同为 friend 嘅朋友，话一齐去佛山高明迎香生态园玩，咁啊、嗯，我咧就嗌埋佢，嗰日咧佢玩得好开心。夜晚翻嚟嘅时候咧，我同佢喺车嘅后座咧展开咗维持2个钟头，我同佢喺车后座，嗯，哇，喺咁个 friend 咪听晒，维持2个钟头，咩先得噶？维持2个钟头面对面嘅打开天窗说亮话哦，咁其余可能冇嗰部车冇关窗啫，系咪先？嗱，咩冇关窗啫？人哋打开即系敞开心扉嚟讲啊，嚟倾偈啊！我话揸车嗰个朋友真系几过瘾啊，真系啊，会唔会走神咧？真系好讲咗咩啊？我再一次明确咁样同佢讲，我中意佢，嗯啊，我哋一齐分担家务，一齐煮饭，一齐赚钱，以后咧一齐凑 B B， 一齐咧得闲出去旅游。哇！即系展望晒、嗯，展望晒大家嘅未来吓。系啊，咁啊，几、啊、好啊！啊，佢个回复系，其实佢今日咧有好几次咧掹住我嘅三角。佢话咧好有一种恋爱嘅冲动同埋恋爱嘅感觉啊！佢想话佢绷住个三角嗰阵咧，佢想话不如干脆我哋就喺埋一齐啦。但系咧最后佢自己仲系忍住咗，因为佢话俾前任飞过3次啊，所以咧佢唔敢喺自己嘅角落头行出嚟。佢想要嘅系甜甜嘅恋爱。佢希望我俾2个月嘅时间佢去好好咁样谂清楚。
无奈的我呢只能够同意，并叮嘱他好好想下他自己究竟需要的是什么。其实 Hugo， 其实我觉得那一刻啊，他说即是他掹着他三角有恋爱感觉那一刻啊，是不是应该不需要再讲其他东西呢？是不是应该唱首歌呢？什么歌呢？跟着吻下来豁出去。人家人家只吻啊，是不是？是不是人家什么都试过了？不是不是，即是咩试过唔紧要，即是佢话有恋爱感觉嗰刻。唔系啊，系个女生话掹住个男生嘅衣角有恋爱感觉嗰刻。男生仲讲咩呢？男生系唔知噶嘛？个女生喺车度同佢讲，我今日同你喺呢个营咩话？本节目由佛山高明营香生态园赞助播出啊。系咁样，即系你讲嗰刻，你仲同佢讲咩？唉，两个月啦，我哋谂下啦。咁人哋。人哋你理得人哋啊你啊真系啊啊每个人都好似你咁喉琴嘅咩？唔系喉琴 啊， 啊！你琴晚有冇啊？冇。我唔系问你有冇恋爱嘅感觉啊？冇啊。其他嘢啊？冇啊。啊！你个人真系唔系问你有冇做安全措施啊？冇啊。本身好安全，使乜做啲措施啊？系咪啊？你真。真系啊！哦，咁男主话你谂真啲啦，咁我觉得真系稍嫌有啲咩咯。啊，好 OK 啊！但系我相信两位同我同埋各位 friend 都应该估到啦。咁啊，呢个只系佢个拖延计划，我始终只系个备胎。跟住嚟嘅日子咧，我哋相处得同以前一样咁亲密。啊，但系啊吓，我之前的感觉呢终于呢在1月10号的凌晨呢得到了引证。我做了一件呢非常之可耻的事情。啊那晚呢我同佢瞓埋一起咁啊。我喺佢熟睡嘅时候呢就打开咗佢嘅微信。啊、我睇到咗佢我佢即係你都仲係成日喺埋一起啊。佢梗係啦係咪先。啊好啊佢话跟住嚟嘅日子我哋相处得同以前一样咁亲密啊嘛。係咪先睇到呢两个字你已经知道有咩事㗎啦係咪先。成年人有咩咁亲密啫係咪先。咁呢我睇咗佢喺我阳嘅嗰段时期呢一直呢有同佢联系已久并且呢冇面基过嘅王者游戏好友 A 男呢聊骚。啊未见过面啫係咪啊。即係玩游戏嗰啲 fan 嘛。係冇错啦。咁啊咁都有 CP 㗎嘛。每日呢都同朱早安倾到呢朱晚安。每日呢红包奶茶圣诞小蛋糕各种琐事分享约饭约旅游咁啊。哎呦都见过面㗎喎。佢话点解话冇面基过嘅吓？会唔会系分别讲自己嘅生活咧？可能即系分享约饭啊、旅游嗰啲事情啊，或者约紧饭、约旅游，但系未曾约咁啊，未曾约成功。我对佢嘅感觉咧，我对佢嘅感觉咧，啊呢、這个女仔咧，佢都同阿 A 讲咗，佢两个之间事都同 A 讲吓、啊，A 咧就叫佢直接拒绝我，咁啊可以理解系咪先？可以理解啊，系单单睇单单系睇佢啊，从阳咗至我带佢佛山玩记录咧就睇咗四个钟头咁啊，以及咧同佢飞以及咧飞咗佢三次嘅前男朋友啊 B 君啊老公前老公后咁啊，仲同佢讲话帮佢织嘅围巾仲未曾织好咁啊，睇呢啲记录咧又快速咁样扫过咗接近两个钟头，哇喺嗰晚就睇到六个钟头嘢，大佬咁咯，注意自己双眼吓、啊，夜妈妈睇咁耐手机啊电脑唔好啊，咁咧自此我同佢即系同佢嗰个飞咗佢三次嘅前男友。其实仲有联系噶，有系啦，佢睇到佢有联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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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真系啊，哇，呢、這个 friend 话阿叶俊话精神上网恋，肉体上同你同居，哇，好劲啊，仲有啲咁嘅总结噶嘛，总结都读唔到位先啊，你冇理，到系咪就系咯，你讲得出咩你 ？OK， good， 好，咁样啊。自此呢我同佢嘅故事呢基本讲晒啦。就喺呢个时候佢瞓喺我个床上边瞓觉。而我呢一边食烟一边抹去眼角嘅泪痕。
一邊咧喺廳裏邊打呢封嘅 email。兩位同埋各位 friend 嚇，請先唔好鬧我，我好清楚自己嘅定位嘅，我就係一個好好用嘅備胎而已。唔中意我可以直講啊，我可以直接走人下一位。點解要喺我辛苦嘅時候咧攞呢種事咧啊嚟腰心腰肺咧？真係好痛啊！Hugo 阿志啊，以及各位 friend， 我哋老實人係咪上一世咧毀滅過咩星球咧嚇？點解就要接受咁樣嘅招呼咧？我感覺我19年嚟嘅分途，以及8年前失去前未婚妻、失去半條命為代價啊，而學得嘅情侶夫妻相處之道都嘥曬。前人栽嘅樹，冇後人嚟乘涼。樂觀自信，我就算勉強欺騙自己可以做得到，但愛呢我恐怕真係唔敢啦。唉，難道唔係 friend 嘅女生真係個無底洞咩？而我嘅夢想終究只配一個夢咩？呢個時候佢俾兩隻狗嘅打鬧聲呢吵醒咗，起床去廁所。我冚上咗我台 notebook， 佢睡眼惺忪咁樣啊，想同我抱抱啊咁樣。啊，跟住咧又瞓翻啦，咁啊，重新打開筆記本電腦，點擊發送，祝各位 friend 安好，祝我是但啦，冇所謂啦嚇，或者光棍節快樂啦，因為咧send 呢封 email 俾我哋嗰日咧係1月11日，都幾光棍節噶，唔係嗱呢個 friend 話愛咧。爱咧要向值得嘅人付出，嗯，冇错嘅呢个话冇错。呢个 friend 话，咁你等埋两个月咯，系，即系呢两个月嘅意思就系呢两个月你继续 keep 住呢种关系，嗯，亲密好唔亲密好啊，系，佢咪话两个月嘅，嗯，其实我唔系，其实我相信系有答案嘅，系，而且我系偏向乐观嘅，嗯，呢个答案咧，我觉得佢即系呢个女生系倾向于我哋男主嘅，嗯，即系两个月之后啊，无论过几耐，其实我系乐观嘅，唔知点解。直覺啦嚇，嗯啊，其實咧，我跟住你嘅思路去分析啦，阿志嚇，嗱，首先佢同個 A 男咧，我覺得冇乜機會，嗯，嗱，我覺得冇乜機會，嗰個係遊戲裏邊一個 partner， 而佢係其實有好多感情嘅事咧，你好難同自己身邊嘅好朋友甚至乎閨蜜去分享嘅，啊，當然，係咪先？係，係嘛，啊，即係點知個口嚴唔嚴啊，或者點知人哋點樣睇你啫，係咪先嚇？係，係嘛？咁樣特別係我哋而家感情嘅事情啊，嚇咁啊，其實咧即係大部分人咧都唔希望同自己身邊嘅朋友分享，特別好熟絡嘅人咯。係啦，冇錯啦。咁佢又冇聽我哋節目喎，如果聽我哋節目就 send email 俾我哋啦，好似呢個男主咁啦，係咪先？同我哋分享我最穩陣啦，係係咪先？我哋唔會講出去嘅，係嘛？咁咯噃，我哋會讀出嚟啫。係啦，係啦，係啦。啊，咁樣咁啊，然之後咧 A 可能咧就係佢完全將佢當係一個。陌生嘅朋友，而將自己嘅故事講俾佢聽，係，一定啦。我相信佢哋約飯啊、約旅遊啊，咁都約過好多次啦，係咪先？啊，點解啊唔能夠成行呢？約唔成功呢，我覺得係因為呢個女仔呢，其實多多少少有啲底線。係，係啦，即係遊戲當中啊，虛擬世界入面嘅人物。係啊，因為其實你唔可以話喺虛擬嘅世界裏面咧，同一個咁嘅人傾偈就是、水性楊花。其實咧，坦白講，我唔係好認同呢種講法，因為咧，今時今日喺個互聯網嘅世界，其實我哋面對嘅係兩個世界嘅。嗯，我哋面對係面對面一個真實嘅世界，係同埋大家而家喺呢個鏡頭前面睇住我哋、網絡上嘅。係啦，大家睇緊我哋直播啊，同時咧記得買嘢嚇，睇直播記得買嘢嚇。咁我哋今晚咧有呢個滿減活動嘅嚇，100蚊就減20蚊，250蚊咧就減50蚊嚇。滿減券咧到今晚嘅12點咧就過期啦。歡迎大家呢、這個喺觀看。嘅同時咧，點擊屏幕下方嘅購物車嚇，多謝多謝嚇。咁樣其實嗱，我哋其實同大家咧，就我同你係面對面，係咪先？我哋嘅 friend 又住喺佢自己屋企裏邊啦，車裏邊啦，喺佢自己一個空間裏邊，各種場景啦，又係一個好真實嘅場景。但係咧，同我哋嘅聯繫喺網絡世界裏邊噶嘛。咁所以其實呢啲嘢咧，就係好清楚。我哋其實而家每一個人都活喺兩個世界裏邊，我哋不能夠逃脱嘅，一定啦，係啦，係啦。啊，但係點樣喺呢兩個世界入邊咧？
分開自己或者抽離自己咧、嗯，其實呢樣嘢係重要嘅，我覺得。咁啊、哦！但問題咧，真實咧，始終俾人嘅感覺係真嘅，就好似佢描述佢同呢個女主嚇、嗯啊、所有嘅關係當中，佢、嗯、俾到對方係一種真實嘅愛嘛。係冇錯啦，咁啊 ，OK， 咁啊，講翻佢個男朋友 B 啦，呢個男朋友 B 已經飛咗佢三次，嗯，啊，佢仲走唔出嚟。其實咧，呢種走唔出嚟咧，可能有兩個原因。一種咧就係我哋所謂嘅愛得太深啦。第二種咧就係唔甘心啊嘛，唔憤氣啊嘛，係咪先啊？我俾一個人飛一次好啦，呢一個人飛我三次你，係咪先啊？咁咯喎，係啦。咁而呢種唔甘心或者呢種嘅恐懼，令到佢真係好難去接受一段新嘅感情，同埋佢對呢個前男朋友 B 依然咧好念念不忘嚇，仲同佢傾偈啊，幫佢織圍巾啊，等等等等，係咪先嚇？咁樣，但係你覺得呢個女主？或者话你觉得呢个世界仲有几多个人？好似我哋上一封嘅 email 咁样，吓、啊、可以无条件咁俾人录咗，我都等佢啊，系咯，系咪先？即系唔系个个可以做得做得到噶嘛？系难嘅，系难。系啊，咁相信我觉得，所以我赞同你嘅意见噶、啊。其实我睇好呢段感情嘅，系啊，我睇好呢段感情噶、啊，我睇好咧，可能即系你系咪两个月咧？其实我唔敢包吓、嗯，可能两个礼拜，亦可能系两年吓，呢样嘢好难讲。但系咧。我覺得即係喺呢種情況之下咧，佢始終有人行出嚟嘅話咧，佢身邊能夠依靠嘅只有你啦。就係、是、你，係啊，就係、是、寫 mail 嚟嘅 friend。係啊，係啦，係啊，一定係 啊。所以我覺得建立起呢個信心，有信心。羅家英話齋，Only you 咁咯，係咪先？咁咯、只有你㗎啦。啊，係、啦，咁啊，好多 friend 都係咁樣講嘅呢種關係咧。可以 keep， 梗係一定要 keep 住啦。係，啊，始終會 keep 成正果啊，係咯，係咁啊。阿徐峰咧就問咗一個問題啊，咁啊，佢話就算咧女主最後係揀你，就代表女主真係愛你咩？哇，其實有時咧，我同你講，愛並唔係對等啊，大家冇追求呢個一比一嘅對等嘅愛情。係啊，呢、這個世界裏邊咧，喺戀愛嘅世界裏邊咧，甚至乎喺婚姻嘅世界裏邊咧。肯定有一個人咧係犯賤嘅，嗯啊，但唔代表犯賤嗰人唔幸福嘅喎、啊。所謂嘅犯賤就係付出得多與少，嚇、啊，唔一定係一人一半嘛，唔一定係啱啱好啊嘛，嗯，係啊，係啊，係啊，呢個 friend 都幾執着，佢話：，唉，但係男主陽嗰陣。女主嘅做法好似好难以接受喎、啊嗯，即系女主阳嗰阵咧，男咧就鞍前马后啦、啊嗯、但系男主阳嗰阵，女主好似又唔系咁喎。嗱，我同你讲咧，咁坦白讲啦，咁啊咁样男主系话即系主动要求照顾对方咁啊，但系对方啱啱好咁样，嗯、即系。我覺得即係話出於各種原因啦，畢竟佢哋兩個都未拍拖啊嘛，係、咪讀錯咗？應該係畢竟啊，畢竟佢兩個仲未拍拖啊嘛，啱唔啱啊？咁啊，咁女主可能有自己嘅諗法，咁呢下嘢你唔可以話真係，喂，你願意付出去照顧人，就必須要要求對方以同等條件嚟回報你，唔、啊、對等唔對等，係咪先？即係冇呢個理由嘅，係嘛？係啱唔啱啊？咁啊，咁其實糾纏於攞呢個嘅咳特靈嘅話咧，啊咁啊，咁啊呢個細節係點樣嘅？我哋又唔知啦。咁啊，啱啱佢屋企好多，我攞一兩盒走都冇所謂啊，賴低咗你屋企嘅咁啊，係啦，係咯，係咯，係咯。嗯，所以某種程度上嚟講咧，我覺得當然男主咧肯定。肯定一个备胎，而家、但呢条备胎咧，有冇机会咧转正啊？呢条备胎有冇机会咧可以入到个拎咧？咁啊，咁我觉得咧，有机会嘅，50-50啦，系啦，50-50啦，你又觉得机会大过50%添啊？大，我系乐观嘅、我系乐观。OK，OK 啦，系啦，好嗱、啊，因为你有好多好自己两个人觉得都好开心嘅场景嘛，系、好开心嘅情景，冇错，呢件事咧系好重要嘅，对于感情方面。系冇错啦吓，好咁啊喺度咧就再次提醒下大家，再次提醒下大家啊，咁样啊直播期间咁啊点击屏幕下方嘅购物车啦，我哋今晚咧啊有好多嘅产品咧带俾大家，咁啊而且咧就系嗱声啦，趁过年咧仲可以发货咧，嗱声买嗱声买嗱声买啦，特别系呢个前途无量嘅新春礼盒啊，大佬系咪先啊？啊家必备啊，送礼首选啊，而且咧今晚有呢个套餐嘅啊，298蚊咧就可以买两套，一共啊呢啲咧。十二盒，一共十二盒，两套啊！十二盒加埋呢一支酒，同埋加埋咧呢个利是封嘅，咁啊，咁啊，所以咧大家咧嗱声啦，嗱声啦啊！有满减活动嘅，100蚊减20蚊，250蚊咧减50蚊，而且我哋嘅满减券咧系到今晚嘅12点咧就会过期噶啦，咁啊，大家嗱声，即刻，系啦，系嗱声嚟支持我哋啦，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咁啊，咁阿志你一阵系咪仲有地方威啊？吓、啊？
系咩？唔知噶，我系咁意错下你啫。安排添，冇啊冇啊，我错下你啫嘛。冇冇冇啊冇啊，系啊，我唔信啊，我唔信，系嘛？系，信唔紧要，关键有冇啊？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啊！唉，咁啊，限量版姜小夏话喂，谈恋爱咧太难啦，又唔系嘅，系咪先啊？咁样啲普即系我哋啲普通人咁啊，我相信咧绝大部分人咧都喺度享受紧呢个爱情嘅甜蜜嘅，咁啊，又唔系话一件好难嘅事。坦白讲啊，不过咧就话我哋啲 friend 喺呢个恋爱嘅过程当中咧，咁样佢會遇到一啲嘅呢個問題，咁啊，會遇到一個問題，咁啊遇到問題嘅話咧，咁啊同我哋溝通啊、交流啊，咁樣我哋當然咧就要俾出我哋嘅意見，咁啊，係，咁有好多 friend 會俾到意見嚟噶嘛，係冇錯啦，咁啊，所以咧唔代表話 friend 咧就係唔代表話我哋嘅 friend， 哎呀，凡係拍拖咧都會有問題嘅嚇，絕大部分嘅 friend 咧其實咧喺戀愛當中咧都係非常之糖黐豆咁甜蜜嘅，咁啊，係啦，咁啊講到咧我哋所有一個普通人嘅话咧，其实咧我哋咧每年咧就一年一度嘅一些事一些情嘅呢、這个祝福嘅主题音频嘅活动嘅，咁啊，而家咧我哋征集紧2023年啊，新年祝福嘅音频，咁啊呢个录音嘅内容咧系咁样嘅，有格式嘅啊。首先我叫乜乜乜，我系 Hugo 吓、啊，我系一个普通嘅呢、這个普通嘅广州人，咁啊，咁啊或者大家做咩职业啊都可以讲出嚟嘅。我喺边度读书啊，做紧嘢，我嘅希望系乜乜呢个。乜乜咧就系你嘅新年愿望咁样啊？咁我哋不如听一个咧，我哋嘅呢个例子啊，好嘛 ？OK， 大家好，挨限差啲，而家喺佛山某培训机构做嘢，有一年啦，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得偿所愿，快乐工作，体面生活，仲有2023我要脱单，加油啊！大家好，我叫 Fanny。我是一个普通的 EHS 工程师，我在东莞做嘢，我希望2023发财被爱，好运常在，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一些事一些情，2023乐观不变应万变。系啦，乐观不变应万变咧，就系我哋一些事一些情咧，2023嘅呢个口号咁啊，咁啊欢迎咧大家将大家嘅新年愿望咧就发过嚟俾我哋，咁啊到底点样发咧？大家可以关注咧一些事一些情嘅呢、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可以关注一些事一些情嘅微信公众号咁样嘅。好啦，咁啊节目最后咧再次提提大家啦，咁啊睇紧直播嘅 friend 咧可以点击屏幕下方嘅呢个购物车咁啦，咁咧就有非常之好嘅，非常之抵。呢個產品咧，呢個咧，介紹俾大家嚇、啊，分享俾大家嚇、啊。今晚咧有呢個滿減券，100蚊咧就減20蚊，250蚊咧就減50蚊嘅。啊，呢個滿減券咧，今晚嘅呢個12點就過期噶啦。咁啊，送首歌俾你聽啊，阿志嚇，係嘛？好，好。每朝总有日出，继续陪我，还有面包鸳鸯陪多一杯。如果其实欠比得的多，还是笑比哭的多，我不清楚。还好有出搞笑电影午夜重播，明早我的纠结日子叫做挨过。标准降低应该过得比较易过，有事情总可庆贺，永远同样会完，回头是明日很远，太远了无谓许愿，勉强然后信愿，才明了愿未够完，我奋斗过便能弃权，还是记得如何尽兴，如何流泪也笑着回应，做乐观者安慰心灵，携带香槟两瓶，只需相信生命会有被庆祝事情，和时日拼命，疲劳还是有节目如轻，不考究验证何谓快乐，其实快乐无凭无证，呼吸都有纪念性，
提起母亲总算健康算做不错，朋友望穿秋水最终开始拍拖，燃亮庆祝的花火，留下满足的星火，烧许都好，圣诞还是过年，团圆是还在的脸，拍照提明日纪念，放弃回味以前，才留神谁在眼前，已变了我做人格言，还是记得如何尽兴，如何流泪也笑着回应，扮作乐观者安慰心灵，携带香槟两瓶，只需相信生命会有被庆祝事情，和是一拼路还是有节目如轻，不考究验证何为快乐，其实快乐无凭无证，呼吸都有纪念性，人很多种感觉，眼泪如流落更尽情娱乐，人应不应醒觉，笑到没知觉，随地也这样随性，寂寞日子中歌舞升平，雷雨之间放晴，干杯一下肯定会有未庆祝事情，人潮内畅泳，抬头还是有脚下明星，应